你的 T 了，不是小心。咱们开了，小心一块进来。小心你卡了。那就我也觉得赶紧，咱们开，让游戏里面进吧。还是卡，准备，我怎么听到回声了？哦，原来。还卡，那没办法，这是直播的问题。哎，怎么说？好了吗？现在没事好了吗？我现在你这把什么身份？你没有刀啊？我没刀。哦，好。你呢？你有刀？我有啊，我有最好的刀，你懂吧？最好的刀。明白了。什么 ？OK， 什么？于大爷，你再说一遍，你大点声。尹哥，你又带刀好。直谷现在你是警长，你是警长，现在你不是了，现在我是警长，你是加拿大。漂亮，干得漂亮！你还跟我搁这是不是？没有，他带刀好人，他带刀好人。你绝对信我就完事儿了，咱们搁这等秃鹫，等秃鹫。救命！救命！救命！谁过来炫一口？砍了个屁的了！哎呦！我和狼狗还有炮出生在一起，狼狗就让咱们喊口号，任何时间完事，他喊的任何时间，我喊的任何地点，有炮岁数大了，没看过的动画片，没喊出来下一句，狼狗给他砍了，然后狼狗又逼我让我重新喊，我怕我他妈再重新喊那功夫，他 CD。狼狗是正义，哎呀，我要是刺客，我不就能把正义和警长都给干了吗？狼狗正义呗。虽然说隔壁小孩刚刚的那一段描述非常，完了又坐牢了。是，如果主角是一只狼狗的话，其实也非常合理。江户川鸭王一出生碰到的这个嫌疑人，我们俩在交流这个如何防止脱发的这个问题。敬语的就没什么用，其他信息就没有了。过。哼。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你不听你就吃。有炮姐姐是加拿大，你一边吃呀一边追，不是啊，孩哥，就这种精神状。编的对是对，细节也有，你高低能考个这个研究生以上的这个论文了。啊、但是，炮姐是加拿大呀，你看看，你这四处骗人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了吧？我今天什么都不说，啊、我看谁信你。过，老师，一只狼狗，你不信吧？你看你脸都黑了。过，一只狼狗他是好人吗？嫌疑人发言啊，他不会是鹈鹕吧？是，又是一张边角料的牌。那江户川鸭王和我在一起，出了也没毛病。他见到我呢，就是第一句，怎么预防脱发啊？我就走啊走，他就追啊追。嗯，我觉得他追着我的时候，他按着他的空格键啊，太清脆了，我比较敏感啊。既然这把都说了，这个他哦，江户川说他是加拿大，好吧？如果这局一只狼狗说的是隔壁小孩是狼的话，那我觉得江户川鸭王就是他的第二只狼兄弟。我点一狼，他一直追着我过了。那什么，我是，哎呀，怎么说呢？那个玉宅隐是我砍的，我是带刀好人。然后，那隔壁小孩说一只狼狗把友炮砍了，然后一只狼狗说隔壁小孩砍到了加拿大，然后嫌疑人说江户川鸭王说自己是加拿大。那反正。就是隔壁小孩跟一只狼狗的轮次嘛，这局我比较想出隔壁小孩投了一只狼狗，我比较想出隔壁小孩。我再听听后面发言过了。其实按照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然后还敢出刀，这么亏结的事儿，我还是觉得只有狼狗能干得出来。谢谢正义圆圆，谢谢暗中猪头。然后狼狗踩小孩也怎么说呢，可信过了。我跟渊渊抱的也是加拿大，在场有四个加拿大。那个，首先这样啊，我觉得一只狼狗一直是个好孩子，他在我这儿一直是一个尊师重道，对姐姐都是非常尊敬的。小孩，你唯一的爆点就是你说他是刀了姐姐，我不信。没，蓝狗非常有耐心，就算炮姐没有把那个口号喊出来，一只蓝狗也会耐心的教他。啊，我觉得这一波蓝那个滔滔不绝，砍到了加拿大。啊，行，没了，我站蓝狗。
我投一只蓝狗，谢谢。就隔壁小孩跟一只蓝狗这发言，我信隔壁小孩，因为他如果是当着蓝狗的面儿，他把有炮砍了，他要认一个带刀好人，他就直接这么认，就说自己是正义，砍了个加拿大，不小心，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他没必要编一个什么对不上口号，然后蓝狗把他砍了，然后自己因为不要怎么怎么，我觉得他那个发言状态不太像现编一个这么扯的故事。那裴裴是个好人。蓝狗的发言是没有说自己是因为出于什么带刀好人的什么，那蓝狗得是，而直接是说隔壁蓝狗不能是正义啊，蓝狗得是鹈鹕呀。那鹈鹕是面吃啊，那隔壁小孩为啥不说他面吃呢？很奇怪。三分跟纸库里的一个人砍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人未必是带刀好人，他说自己是带刀好人，但是我也不是很信，我觉得不一定能信。这一轮我可以先投蓝狗过了。那就很简单了，那是哪有加拿大呀，这加拿大这不都活着吗，这那有炮死的是加拿大，那尹哥他死的他也是加拿大，是不是？那真加拿大活着呢，那就投蓝狗，投蓝狗啊，过了。哦，面吃报不了警，那他是正义，听明白了吧，直苦家。哎不对，哎我正义，我应激了，我正义使者，我帮坏人玩呢。我是不是说话又听不见了？好像正义使者为什么听得见？听得见。哎呦，我正义使者啊！我正义使者。你正义使者，老子就他妈是警长。那你不早说？废话。哎呦，哎，鸭王是什么？加拿大。我是黑无常。啥叫黑无常？因为我们两个在一块就是黑白无常。他不真的是加拿大吗？不敢砍。哦，好的好的好的，哎，还好没有冲动。直苦应该是警长吧。哎，史代芬，史代芬，哎，是我想去砍了，我想去砍西门，因为他刚才那个发言他还是想相信蓝狗，我觉得他有问题。哦，你觉得呢？行啊，但裴贝，裴贝不是也信蓝狗吗？交互穿鸭王，我觉得他是狼。先不管了，先不管了，先找西门。我就想问你有没有什么防脱发技巧，你就怀疑我是狼。我下把我把我头套也摘了，我也没有防脱发技巧。砍谁啊？养猪，疯狂养猪。啊，你问？你看，如果我要是狼，我不可能带着这么多人去杀一个人，对吧？所以你们会信我？你宁愿拔头发也不？我是比较信的。是的。我觉得蓝人呢都。哎，不会刺客已经走了吧？不会上把玉燃隐是刺客吧？啊！等一下，靠边！啊啊啊！他砍的谁啊？西门吹鸦？等一下，等一下！天哪！他是个警长，他是警长，他是警长，他是警长。我不得不报警了，因为最后那一句“等一下”，我听得非常刺耳。每当我拿一个鸽子面对马上就要贴完并且前面有两具尸体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着急急迫紧张地说一句，哎等一下，哎哎等一下，刚才那一句等一下让我有点感同身受了，所以说我不得不报这个警，但是记住是谁说的那一个等一下，但是等不了那一下了，刚才是直虎冲出来直接给西门追杀砍了，这就是故事。其他的我能保一手，陪陪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别的就没什么了。哎，有可能是这个渊渊喊的，等一下，渊渊可能有是鸽子，我过了。没法弄呀，我这江户川鸭王发言，没法刀啊。江户川鸭王可以保嫌疑人，我们俩上一轮就没有出现什么事故，这一轮可以保史黛芬，也没有出现什么。那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拘走的情况下，那有没有可能玉宅隐是那个刺客被鹈鹕吃掉了？那两狼。如果一只狼狗是狼走的话，那场上就只剩下一只鹈鹕了。那个鹈鹕肯定不会是说等一下的那个人吧？那鹈鹕，那就是好人陪陪。不，啊，我还是一个好人牌啊。但是我确实是想要看一下刚才是谁不在场，所以我说了那句等一下，啊，正式回应一下小孩，啊，我。虽然这局还是碰到了鸭王，但我还是不是很认可他是一张好人牌，啊，史黛芬，我们和这个直苦是复活在一块之后且又碰面的一张牌，我觉得史黛芬和我这局绝对是没有任何这个刀刃嫌疑的，包括刚才也是一个双死啊，那这局你们小孩好人陪陪还有渊渊是走在一起的，那鸭王刚。是独自走了一会儿的，我们过去的时候双死的时候还是他又跟我们走了一段路又回去了，
所以鸭王是又自己去往前面走的话，它是一张走单牌。那他说他是一张加拿大牌啊，我不知道这局，会不会被养猪？好吧，我还是暂且不认鸭王这张好人牌的，过了。这样的，直苦是警长，上一把就说了，然后这个他给我报他是警长了，然后他把玉宅也给刀了，然后上一局我穿他的衣服，但是刺客也没狙，不知道刺客还在不在。我有点想出这个陪呗，因为他是那个。说出来我跟直苦中间有一个带刀好人的人，就是他点出来这个点了，因为我没想上一局就点出直苦嘛，而且上一局培培在保这个蓝狗，但蓝狗很明显是狼走的，所以我有点想出培培过了。怎么办？圆圆发现听不到，圆圆你打字吧，要不不是史黛芬怎么听？我先说了啊，史黛芬怎么听的发言啊？我上把是强势归蓝狗的，我说蓝狗跟小孩对比下来，肯定是蓝狗的问题出的问题。那蓝狗不是面刀的，蓝狗肯定是出刀的人，对吧？那如果我是为了点身份，我得啊，我跟蓝狗两个狼，啊、他归的蓝狗吗？什么警长身份？那我也不能，也成立不了吧？因为蓝狗得是一个刀，他不能是鹈鹕。那我如果假设是个鹈鹕，那我也没必要在那个位置，去归蓝狗，然后去保小孩吧。小孩不是一个带刀好人吗？哎，小孩没说是带刀好。我上一轮的意思是直苦那个位置，因为我看到直苦跟史黛芬在一起的时候，直苦刀了一只宅影。我的意思是想告诉史黛芬，直苦未必是一个带刀好人。他拿狼的时候也会直接说自己带刀好人砍人。这罗石库双死了，就肯定是带刀好人。那外置位也没死人，这一刀不是有人认了吗？我这罗跟隔壁小孩一直在一起的，一直在质问吹鸦的身份。我们质问完，吹鸦其实验证了一下，然后但是还是被石库杀了。我要是鹈鹕或者狼，我这罗在那儿跟他在那儿待着干嘛？我直接出去单走就完了吗？那投谁呢？我怀疑鸭王和渊渊里有一个不好。那把鸭王出了吧，加拿大出。圆圆刚才是一直站在那儿没说话，然后因为没人出刀嘛，就是刀肯定刀或者是嘴肯定是在人群里的，所以鸭王跟圆圆我觉得听发言看的话不好。那投谁呢？莱芬如果这么正义的话应该是个好人吧，因为他那楼确实帮穿衣服了就是他们俩一起当面杀的玉宅影。那我归个圆圆吧，要不还是鸭王呢？我归鸭王吧，因为鸭王最后莫名其妙的说觉得我不好，也没有我投鸭王，你们看着投吧。我投谁啊？哎，投出去吧，加拿大对不起了。正义警长都没了，但确实有鹈鹕呀。啊，三个弃票。这是啥情况？中立挺多。我真的是加拿大。OK， 我信你啊，我。那是谁呢？刚才，你觉得培培是鹈鹕吗？感觉这样培培看着又不像的感觉。因为我身上只花了两票。隔壁小孩？哎哎，隔壁小孩主动报这个警也不像啊。我们俩找到尸体。不行啊，他一直跟我怎么下手？你别一直跟着我呀，我害怕。我也害怕呀，所以我跟着你一块走，我保护你。你走在前面，我给你断后。好。哎，培培呢？好难啊，这局好难啊！我真好人。还有谁啊？啊？谁有刀？还有谁啊？谁能砍刀？哎呦！哎呦！啊，就是培培，培培真是鹈鹕。吐了呀，豪哥，你就说我刀的对不对？让鸽子赢了，气死了。
培培发言吧。培培你倒是吃一个呀，培培你吃一个呀。有好多人卡。哎呦。我在加拿大在旁边，我怎么下手？不是你上把一个没杀是不是？狼狗没机会啊，加拿大一直在我旁边，我怎么杀？还没来吗？没来，气死了，都养猪成功了，没有下刀机会。我都以为网络断了，上不去了。我都以为叫那个咸阳再上来吧。我也以为你不是鹈鹕，气死我！哎呦，这些丛林中的小兔子，我带刀。好的，可以，很强。带刀好人还是带刀狼啊？带刀好人两个字可以。哎，有人听到？Hello， 我身份就你们两个知道。哎，好快！谢谢玉月，谢谢面团呼噜。哎，能不能让吹鸭活一活呀？谢谢吹鸭活的有我，比我活的多多了。吹鸭活的，谢谢第一的小咪殿下。那你就看我就这把就跟吹鸭说了一句，我不是加拿大，那谁？他是加拿大，我就见着吹鸭一个人，我还特地想好了，我说我不是加拿大。他在说什么？我过了。其实我很想问一句啊，就是嫌疑人你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生发技巧啊，怎么一局不见你头发又浓密了很多。不那个我给尹哥洗啊，我给尹哥洗。那个我到的加拿大，然后他手比我快，他拍的那个吹鸭老师的屁股，然后请听生发技巧过。好的啊，众所周知呢，我们如果想要生发的话，那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花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可以去买假发，像我这种啊，我在座的各位都是秃瓢啊，隔壁小孩是戴的帽子，然后这个渊渊呢也是戴的假发，啊，还有就是，是的，我有两款假发，如果你喜欢长发的话，我也有，如果你喜欢藏面的话，我也有。好了，过了。我不是鸭子啊，我跟你们说，我不是鸭子。他就是鹈鹕呗，他就那得投吧。智库有没有 BGM？ 给他一个，给他送走。智库有没有 BGM？ 给他搞一个。尹哥，啊，时间不够了，下次先留着。再见了，妈妈。哎呀！哎呦，你都死了还开？哦，你说你这明摆知道自己死了，非得飞升？哎呦，太好笑了！再见，我一定会回来的。还有四个气票呢。你是啥？刚刚这个剧。哎，不说话呢？干嘛 ？Hello。你是啥？热饭呢？哦，我想你挺好，我在热饭。可以。鸭王什么身份？鸭王，你刚才跟那个培培交了吗？我觉得培培真不好。哎，谁不好？谁不好？哎，外之位有人杀人了，我们去找找尸体吧。哦哦，刺客走了是吧？我通灵，有人死了，有人死了，有四个人死了，我们去找找尸体。OK OK， 快！上一轮是几个人死啊？两个嘛。上一轮两个嘛。那又双死了呗，刀还是坏刀。哎，哦，直苦跟小孩，直苦跟小孩两个人双走。啊，报仇，吃完了。啊，伤口就能吃完了。哎，啊，他不是在我们边上，那就没有尸体，没有尸体，他吃完了呀。我以为吃四口呢。能吃啊，真能骗人，刘哥你骗人。直苦，那不是你愿意的吗？直苦。植物咒什么意思啊？咋吃了那么多的？对不起，对不起，植物。哎呦，植物，这不是送我的吗？正义，把你头发。哎，玉展也是鹈鹕呀。植物现在怎么素质这么差呀？植物打个不能这么玩的钱，是不是都会先来一段 rap？ 植物等刀，植物等刀。他们进不来了。刘哥。
培培要砍我，刘哥，培培要砍我。也分不积分小王子。啊，今天三句就够了呀。那这个秃鹫也太爽了啊，三句就够。哎，怎么说？你是啥？我这把，我直接跟你说，我是带刀好，我要去砍直苦了。为啥？你带刀好，你为什么上来？你为什么上来就乱砍人？不行，我真的不行。哎呀，我真的烦死了！这个史黛芬，史黛芬怎么老逼迫我呀？你就跟隔壁小孩试探性拉扯行不行啊？我真吐了！我是要去干直苦的，他在我干直苦的路上很。哎还好，直苦摆了一道，直苦我没干成，我任务失败了，我过了。熟悉的一幕又回来了，明媚的你我，那你就走吧，你去下面跟史黛芬道歉吧。过，要不咋说我跟史黛芬是好兄弟呢？我跟他英雄所见略同，我出生以后也一直在逼迫玉宅野，但是玉宅野没有刀，所以说没有对我出刀。这一把玉宅野通过了我的考验，过。这把隔壁小孩铁好人，我铁宝了，他加拿大，然后那个、啊、直苦不知道是不是好人，他一直在找培培，然后隔壁小孩反正肯定是找培培，哇，这把可以听隔壁小孩归票就完事了，啊，但是他已经说完话了，那也听不了他归票，人家归的有吗？他在说什么呀？一沾也在说什么呀？我过了，有炮，我帮你洗。我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还有消毒剂全都拿出来了，我给你洗。我想肯定是培培，肯定是培培叨到了正义兔子，然后当了面刀，然后呢走过去报警，对不对？我一会儿把洗衣机也打开给你洗干净，过。我这边再给你加一瓶这个洁厕灵还有那个洗洁精啊，然后不行，再拿那个治便秘啊、不，没有，跟培培姐再结拜过，过。我再加一瓶威猛先生，我明明是在保安室看到，直苦念头有炮报警。我看到了啊，这是直苦灭的刀，过，我下有炮。有炮，直苦在不在你狼队？佳佳，如果不在你狼队，你支他一下。谢谢。他不是找我吗？那他是不是得带刀？你支他一个警长或者正义啊，或者鹈鹕呢？哪怕他肯定没毛病啊。隔壁小孩，对，隔壁小孩还是培培队友炮好吗？还是培培队友炮好啊？哦，我以为能杀我，这关键时刻还是培培给友炮出好主意啊！友炮，你试一下。对他想侮辱我，想让我出丑。不是，你反正也要出了，你不狙开一枪吗？你反正也出了，我有枪，我肯定开你呀、啊！他干嘛呢？开他呀！开他鹈鹕！有炮，你就赌一手。隔壁小孩是个这个殡仪员，你赌一手。不是，这直呼你得赌一下，你。等一下，培培，你就这么帮狼玩啊？培培，你一会儿你必死。那你不是要找我吗？那我根据我不是，是你说的要找我呀。他们俩在演双簧，他们俩在演双簧的。我这把没办法找你。不会真把警长给拘了吧？人有炮都他妈认狼了，不是这边死的。刺客能不能？你没办法，我要拘你是鸽子了。Flora， 你赶紧！Flora， 别说鸽子！Flora，Flora，Flora，什么声音这是？我洗衣机都打开了！啊，我操！他怎么倒了？他让刺客早开枪呀！啊，我这臭鸽子！有炮啊，没等到我给你洗呀！怎么说？你不会是他狼队友吧？我不是，我是的话早拘你了。他是刺客，你这话不是逻辑不对吗？他是刺客。那说明我一定不是狼呀，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好，那我跟你走。OK， 我走你后边。好，完了呀！谁杀你？警长，太惨了。绝。
刚才吃鸭刚好。能不能把指骨？指骨已经没了。指骨已经没了。为什么我不好？到了，圆圆，你的麦好像有。我不追你，不追你。你为何留我一个？他们都在餐厅。走，咱们四个一起走。哎，听我的，咱们四个一起走。走。那万一这里面混着一个狼怎么办啊？我带头。那他不也没法出刀吗？来，行，他走前面挺好。嗯。来走。哎，圆圆，圆圆，听话，什么意思啊？吃啊吃啊吃啊！压猛！行，他们两个，我报警了，我是辣警报。等一下，等一下，没有刀吗？等一下，我没有刀，兄弟们，我没有刀，我操，刀我就是个吃啊！鸽子赢了呀！啊，报警都没来得及。哎呀，有炮，你要是狙我警长就好了。影哥，别别说的都对。影哥，我都走到你面前了，我没刀你，你看到了？哎、我今天玩的好。影哥，你看到了吗？我走到你面前，我没刀你，最后一秒钟，你敢不敢动？老师，我还等你上课呢，老师呢。你还要当众人面刀我呀？什么？你还想？我没刀，敢不敢动？小心你来了，小心你来了。我知道你是鸽子，培培，我肯定知道你。所以我刚过来，我就弃掉了。你这都能情侣装，小心你。鸽子就差我了。我就赌你啊，直谷一碰面说想跟我学习，想跟我上课，我说那你就跟着老师好好学习，我转手把它刀掉然后吃了。有不是还有刺客，我有声音吗？鸽子的，哈，有什么挂了？诶，开饭！呜呜呼！这回我是一个究极无敌好人牌。哦，史莱芬是不是究极无敌好人牌？当然是。OK， 你俩不会有炮是不是？有炮是不是究极无敌好人牌？有炮在哪儿？哎，隔壁狼狗有问题，一直哦，我以为影哥没了呢。我还在呢，就说我坏话啊。因为你跟影咋了？隔壁小孩怎么了？你不好，找尸体。影哥怎么了？影哥不好吗？小西尼单走，小西尼是单走啊。影哥也是单走啊。走我们是来追影哥，影哥自己也是单走。影哥是在找隔壁小孩，没什么太大问题。没机会下嘴啊。隔壁小孩不出意外，应该是在下水道了吧？是不是已经死了呀？我听不见，小西尼，是小西，哎，哦呦，哎，有炮刀的，有炮，有炮是警长。为什么要刀小西尼啊？因为他觉得小西尼单走了，他前面一直在说，哎，干什么？守卫波，秃鹫。那我们在这等一下吧，哎，等秃鹫来，看谁是秃鹫。要不要报个警啊？一会儿鸽子又贴完了。引过来。报个警不 ？OK。有人带刀吗？一会儿给秃鹫来那一刀。带刀的不是死了吗？可以，我不。哎，这有尸体。你在说啥？我们这边有尸体，你们俩是不是有？天哪，培培一定是秃鹫，培培。哎，那边拍了。啊？西门吹啊？哎，不是，隔壁小孩。哎呀，没法下嘴啊，全是人。啊，需要帮你洗吗？我没开麦，我不用你帮我洗。我没开，首先我先说啊，直苦。喂，能听见吗？能不能听见？可以。首先，直苦面刀完，在那站着说：“刘哥，你别报警，你过来，我给你变个魔术。”我他妈等着给我变魔术，他变成我直接一个报了个警，直苦变形狼过。还真有可能！我天哪，这故事我信了，这也太像直谷说的话了。直谷现在就是这样，之前他也这么着骗过我，那出直谷。但是我先说一下啊，有炮和西门吹鸭他俩是个双死，我们都看见了，就是我
哎，不是有炮跟西门吹呀、啊，还有一人跑哪儿去了？哎，怎么就四俩？哎，小悉尼呀、啊，小悉尼。小悉尼或者，哎，我怎么是有炮把小悉尼给砍了呀？对啊，为什么小悉尼掉线了？这是啥意思？哦 ，bug 了是吧？哦哦哦，反正他俩是个双子，谢谢我过了。力不粘。江湖山鸭王发言，江湖山鸭王先提醒一下好人培培，你的麦好像出现了问题，一会儿你调一下，我不想在最后的归票位听到一段。他故意的呀，没见过这个。然后隔壁小孩你糊涂啊，只苦当着你的面变成你的样子，他是在表达什么？在表达对你的尊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见贤思齐焉。看到优秀的老板就要向老板靠近，学习老板，这样的好员工你要把他票出去，我第一个同意过。懂了，下巴我拿变形，我也变我老师，我还刀他，嘿过。我觉得这鸭王吧像个狼啊，过。这个培培应该不是麦坏了，他是以为隔壁小孩砍到加拿大，然后装自己麦坏了，所以他整活呢就是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啊，知道吧？但是我怀疑这个培培跟渊渊应该是有可能啊，是一狼一秃鹫，因为我们一堆人站在那个有炮跟小悉尼的尸体旁边就等着秃鹫过来了，然后往这边走一走，发现他们俩就往这边跑，然后培培还特别做作的说，哎，你是不是狼？你是不是狼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我们那么多人里面没有秃鹫，那剩下的人应该就是你们俩了吧，除了隔壁小孩和直虎以外，因为直虎是一开始就要去找隔壁小孩的，所以我怀疑啊，好人培培跟渊渊一狼一秃鹫，至少有一个秃鹫过了。 OK， 你说的一半，你来我看好姐姐对不起，但是如果我再不说我就要被打入狼坑位了，能不能不要？他确实是个秃鹫，但是我一整场我都在看着他，他一口没吃，我真的我让他一口都吃不上。我是通灵，其实我跟渊渊是这样的，我们俩对过身份了，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看那个死了几个人，然后我们俩看到死了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找尸体，但是确实因为那个箭头可能不太有用吧，我们找了半天，最后才走到那边一看。史黛芬站在那儿，我们过去的时候史黛芬说，哎，这儿有尸体，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可疑，因为我们是一直在找尸体没找着，然后走到那儿的时候你我们过来了，史黛芬突然说这儿有尸体，就很像狼在守尸体，然后说啊这儿有尸体，所以我才说史黛芬可能是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听直苦呗，就是现在隔壁小孩明确说直苦是变形的，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好人带刀什么的，就只有可能是变形，就肯定是直苦跟隔壁小孩里出。我听完隔壁小孩，我听完直苦发言决定投直苦还是隔壁小孩，今天肯定是这两个人里投一个嘛，对吧？我跟渊渊是不是通灵和秃鹫你们就不用管嘛，反正渊渊不说我也没吃嘛，对吧？过了。认秃鹫啊。现在时间不多了啊，那直苦就快一点说。那事情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开始我找到小孩，我问小孩你有刀没，小孩说不太确定，过了一会儿呢我们两个人去角落里对身份，他说他要给我表演魔术，这个时候西门来偷听，西门偷听之后他确实也没给我变成魔术啊，就是当时，然后西门之后走，西门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孩去追西门，小孩去追西门，小孩说你去另一边吧，然后我就有点不太放心，我就怕西门把小孩杀了，于是我走过去，我就看到了直苦把西门杀了，那我是直苦，那另一个直苦是谁？那只能是给我变魔术的刘哥。那听完这个刘哥的故事和我这故事，我觉得你们更应该相信我吧。所以，咱们就欢送刘哥去下面给西门道歉。故事还可以，就是状态有点不自信。太难了，把我全爱上了。跟我没关系啊，你们加油。我哭了呀。你放歌为什么音质这么好啊？你拿着什么音箱放的歌呀？哎呀，吃谁呀？西门是加拿大吗？
啊，就是没箭头才找不到尸体啊。呵呵，我不信，我不信你没箭头。我要有箭头，我们俩早就找到那儿了。我们俩在整个饭堂什么娱乐区内绕了一大圈。影哥为什么跑了呀？影哥，他像个鸽子。你是狼吧？我不是。别打我，我睡觉。啊！你果然是坏人。但你刚刚也没杀人。完了，你安静点。你快出去挨一刀。OK， 我们俩贴好，我们俩贴好。不是直苦，也不知道是啥。哎哎，别过来！你就追上去。我是软刀，我是软刀。你软刀？我。软不软？你是个废物吧？哎，我是一个复仇，我能怎么办呢？我一个复仇，我能在他肚子里给他。我为什么？反正我帮你投了，我帮你投了隔壁小孩一票。那小孩该死。不行啊，我把两个扛推位都给吃了，我咋办啊？我咋办呀？我这两个扛推位都没了。这都偏离左单骑了，这都。我发现扛推位都没了，那我咋办？有啊，那个尹哥呀。哦，尹哥是啥？啊！气死我了！完了，谁死了？完了呀！黑派，你别跑啊！刺客呀！我知道你吃妙仙音，派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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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大意了！是这么回事啊！我现在看到了两个坏坏，啊不对，三个坏坏呀！首先史黛芬是个坏坏，他给我和玉剑影吃的。啊，不是给我和我给直苦和培培吃的，然后玉斋隐给我们救出来了，然后培培把史黛芬的尸体吃的，那玉斋隐这把刀是好还是坏？我不说，让家人们说，我过。哎呀，难受。那个什么，培培跟我说史黛芬是鹈鹕，然后我就跟着培培一块儿去砍史黛芬去了。但是我不知道培培是秃鹫啊，就等于是培培在我肚子里呢，啥时候跟你说的呀？他跟我说了呀，说史莱芬是个鹈鹕，我就去砍去了。这个直虎确实是从肚子里出来的，但是直虎这个话说的，我觉得直虎像个坏人了，因为他是好人培培没在肚子里啊，属于是，他是跟我一块的呀。嗯，那出直虎呗，我过了。哎，难受啊。但是玉宅隐一直说自己是加拿大，穿着加拿大的身份出去刀人，哦，那也行，就怕被狼刀，对吧？那是遇水不容。那就听培培怎么说了，听培培说，他的信息跟直苦能不能对上了过。但是如果玉宅隐你没有，哎，不对啊，如果你没有出这一刀的话，我就赢了。OneDog 发言，江户川鸭王把他的身份写在了他的领结上，叫做歌姬。而我后面的这位白胡姬老爷爷，他说他有重要信息，在此期间渊渊是没有机会动手的。我们两个在问鸭王老师论文怎么写，他的脸越来越黑，过。好，我出生是和直苦在一块的，我相信直苦是一个好人牌啊！我当时我们刚刚做完好人任务，史黛芬就跟着我俩。于是呢，我本来说我说叫住直苦，我准备给他报身份，结果他就往下走了，他和史黛芬走在了一起。当我再下去找他们的时候呢，只有史黛芬一个人往上走。那我就想说，我怎么找不到直苦呢？我就怀疑这个史黛芬是不是一个狼啊？结果我就赶紧往那边跑啊！我看了一眼地图，怎么去这个报警？结果就看到大家都在这里。啊！但是最后史黛芬是死了，谢谢暗中猪头啊！我能说的就这么多，我是一张好人牌。那这一局呢，我会出这个玉宅影，好吧？他就是一张结束了呀，狼牌过。渊这边在一起，我再给他们报信息，其他。
就没什么信息了，过了。玉宅影铁好人呀，这把我就吃了一口，我决定当一个正义秃鹫。我确实出生的时候碰到玉宅影，玉宅影就问我到底是不是秃鹫，他说他在当好人，我说我真是通灵，因为我怕他杀我嘛，我就说我是通灵。然后他说那他去找狼去了，我说你去杀史莱芬，史莱芬肯定不是狼就是鹈鹕，然后他就去了。啊，通灵被去了。那吃票是不是就得是个坏人吧。那直苦跟隔壁小孩就是狼踩狼，对，狼踩狼，这把出直苦。我反正是秃鹫，我就只能帮你们好人到这儿，但是我肯定是跳过，就是谢谢安静的，就是，但我只能告诉你们，玉宅影是个担当好人。啊，警长、舰长，谢谢。就我一个狼，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啊？什么意思？投我是什么意思啊？秃鹫在投。根据我的剧情。不是，尹哥。光明。培培，我来看你了，培培。哦。培培，我来探监。杀我吧。好嘞。我来给你探监了。哦。你是锁匠吗？你走前面，然后玉宅影把你杀了，然后我就能把他杀了。行，我在后面看着，我在后面给你俩当证人。拜拜。走，你别走，你别走。啊，你可不能把我。我们就在地面上。好。正义使者。啊，蓝那个蓝狗是刺客啊，因为渊渊给蓝狗找了身份的，啊，蓝狗是刺客。啊，哎。影哥，牛！影哥是刺客，影哥什么都知道。在最后，牛，最后一秒还在质疑蓝狗是刺客，啊，复仇 carry 了。啊，影哥，我当了谁啊？你当了我。啊，我没看见。你完了，我用了多大的力气？我还有把刀。哎呀，坏人互踩啊！小西尼说话，小西尼，哎哎，真的胡说八道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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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我们说话吗？哎，你有情侣，能听到？情侣装了，你有情侣装？哪呢哪呢哪呢？谁给我情侣装？让我去看看。直苦直苦，那个天蓝色的，天蓝岛，天哪，天哪，这是什么了？什么了？真时尚。这个有什么用呀？你好 ，I'm coming。Hello， 你什么身份？能聊吗？哎，好了，够了。行，来，小心。哎，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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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我这个身份甚至可以不交了啊！我蓝狗在吗？蓝狗，你，我等一下，等一下。呀呀呀呀呀呀！有鸽子，有点多了呀。有鸽子，别抱团，别抱团。OK， 都别动，谁动谁鸽子啊？现在啊，那你俩。啊，你们两个聊，你们两个聊吧，聊吧，那咱俩聊是吧？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哎，有炸弹狼，有炸弹狼，朋友们，啊，认真办案，你为啥不留你？有人被炸了。OK， 我们找，哎，这又有炸弹了。外置位有个炸，哎，有炸弹了啊！史戴芬什么身份？我管你管我什么身份啊？我为啥？第二个了。史戴有问题吧？哼，哎，走开！干嘛？别追！啊，冤家！哎呦！救命！哎！哎，哇塞，干嘛？有大问题啊！直接报警了，我报警了，我砍的玉宅影，
砍完了以后，秃鹫如果在场的话，应该是知道先有箭头，然后过了大概一到两秒才报警的。他不是加拿大，我觉得玉宅营有问题，全程打着我要找带刀好人的旗号，到处在人群里面穿梭，所以我怀疑玉宅营就是那个炸弹狼，但是我不确定啊。这个是因为我跟培培交过身份了，我直接跟他说我是好带，我觉得玉宅营有问题，因为那一把他说他要去找隔壁小孩，就上一把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没有记得，他说他要去找隔壁小孩，其实他跟隔壁小孩就是双狼，他只找了个借口。这死的人也太多了吧。我觉得他这一把又找了个借口在人群里面穿梭传炸弹，我直接把刀了，手起刀落，我没死，他铁坏过，没死铁坏，正义跳警长，你没死他铁坏。 他是传炸弹还是扔炸弹？那我后面的话我看见谁了？我看见这个嫌疑人单走和小悉尼，其他人我还没见过呢，没怎么聊天，我过。听我说家人们，史戴芬鹈鹕啊，是这样的，我听到了有炸弹声，于是我便躲到了这个池塘淋浴间一直躲着，就在我快要被吃掉的时候，还好亚米报警了。哎，我这手抱得好紧，我一直在躲着他，他就一直要过来吃我，就在那么一点点的时间里，我规避掉了这波被吃的风险，这把我单挂这个史呆芬过。那这个嫌他说我是鹈鹕，那说明他是狼，我不知道他是狼还是鹈鹕啊，反正他是铁坏。因为是这样的，我现在相信有炮你是带刀好人，因为我在看到那个被炸弹炸到的鸡腿的时候，你跟培培过来，我本能的躲你们，然后你就让我报身份，我觉得你就是，所以我信你是个带刀好人。然后后面这个玉宅隐就开始追我，然后我就往上跑，跑到快到这个船员宿舍的时候，玉宅隐说什么有炸弹，然后他就往左边电梯室去了，然后我就进船员宿舍，这个嫌疑人就一直跟着我，然后我就到了池塘淋浴间这儿，我就那地方因为有一个可以绕他走位的地方，然后我绕了一圈，我往下看，发现他在守着我，然后我就又回去了，这个时候他就冲过来了，然后我就跑，然后他已经快追上我的时候，这时候报警了，然后反正他现在肯定得踩我嘛，因为他不踩我，我肯定要把他点出来，因为他好人不可能这种走位，所以这局全票出嫌疑人，然后我认有炮是一个好吧，过。我把我的信息说一下，我觉得嫌疑人也有问题，怎么说呢？就一开始我和那个亚萌我俩在聊天，然后嫌疑人一直在门口偷听我俩说话，然后接着他俩就嫌疑人就问你们有没有听到炸弹的声音啊，然后我就听滴滴滴滴，然后他俩就往外跑，我没追上他俩，然后我就一直在单走在找人，我说有没有人能跟我聊一下身份，就一直没有人和我聊，然后结果我就和这个芷若是吧，我们两个人就看到那个一只狼狗还是谁在我面前砰的一下炸开了，哇，给我俩吓够呛，然后我感觉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所有人除了嫌疑人都已经没了，那我觉得嫌疑人很有问题啊，然后我信有炮，我觉得有炮是个好，没什么说的，过。是吧，如果投嫌疑人可能会投不出去，我觉得因为有可能直苦跟嫌疑人双狼吧，我想想啊，不行就出鹈鹕，然后你再去砍狼，出鹈鹕就嫌疑人是能白天砍的，先出鹈鹕也行，就史戴芬这发言肯定是就是鹈鹕了嘛，他前面第一二句的时候其实已经暴露了啊，我是担心如果现在有两狼，出狼是肯定出不去，除非剩一狼，剩一狼的话先出鹈鹕也行，所以可以先投史戴芬。培培是先那就先投史戴芬，然后把嫌疑人砍了吧，要不投史戴芬吧，那就牛。培培没办法，要是一狼肯定是个啥呀，要是一狼肯定出嫌疑人了，出嫌疑人啊，等会儿我去砍他是吧，对，别出我呀，我是好人，你铁狼给我等着，真亏的，这都能给史戴芬，培培是啥，培培是警长，培培是我气死了，我太酷了，我天啊，我酷了呀，我说听我说听我，我找有炮，直苦是狼，有炮在左边，他要吃我，我操我操我操
活该，活该。出我！为什么我报不了警？我不活！为什么我报不了警？出乎赢了呗。哎，有炮哦，有炮没刀了，没刀了。你真的好人吗？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培培是狼，培培是狼，培培是狼，培培是狼。他在我面前面刀，然后那个。都没刀了，搁这说啥的？都几乎赢了，已经。培培面刀，你干嘛？他说要去找你，你做任务，你做任务啊？不对，正义是不是还有刀啊？他现在，到底他俩谁刀的？于然也没刀了，放弃治疗了。这不是直谷吗？哎，嫌疑人，哎，炸弹王，影哥，我以为直谷跟嫌疑人双狼呢。哎，我怎么鬼的票啊？气死了！谢谢，八幺三，不是史丹芬，小悉尼 CPU 都爆炸了，小悉尼，不是我的发言有啥问题啊？我都心路历程那么完整，不是这啥呀？这是那两句，感觉以为你。哦，炸弹王是你、啊、史丹芬，我干啥了？我前面有点大了啊、哦，史丹芬啊，你跟培培说话声有点大了。培培就是脑袋抽筋了，怎么了？至于你这样吗？不是，他说我发言有问题，哪有问题？那培培耳朵不好使不行啊。前两句很像。等会儿去发个帖子，说他。替我主持一句公道，别骂培培了。我说了，我说他，我不知道他是鹈鹕还是狼。嗯，砍个人，嗯，这股是啥？哎，是，嗯。太快了！有炮面刀啊，有炮、啊，有炮面刀，有炮就在我的面前，就在我的面前，池塘淋浴间直接闪过来，然后就把培培给刀掉，他没有看到我就在旁边呀，他是擦过去的呀，有炮你怎么解释过？啊，我的身份呢，只跟小悉尼一个人说了，至于我是三个人身份呢？我就不说了，过了。哎，到我了吗？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挺快的，就死了三个人，那就听有炮的呗。然后我是在最后的时候碰到了直谷，然后还没来得及跟他对上话呢，就报警了。别的不知道了，过了。我这一个人都没遇到，那外置位的话，外置的话，要么就是两狼，要么就是，但是鸭王说有炮是个，是面刀，那外面就是还有一狼一提鼓，到了过了。我是大白鹅，我是大白鹅，等会儿给我交身份，我提到一个警长，报了身份，然后警长没开刀，因为他旁边还有一个人。然后他也没有说他开刀，谁说所以外置位是三狼两狼一嘴，开刀也开嘴了，因为那个 CD 都差不多，有炮面刀是吧？那听下有炮怎么发言。然后，渊渊盘这个逻辑应该是让好，那其实空间很小啊，空间很小、啊。那么主要把这个麦克风先给有炮吧，好吧？有炮焦点位。啊，焦点位，我过了。野花招三。行，主要我跟有炮，但是我还要说一句，嫌疑人虽然你给我报身份了，但是在通知前，你有一个贴近我的动作，我非常的害怕，我要注意你了。哎，全票打飞鸭王，不用多说，西门吹鸭，你拉林进来的一句话叫做“还好活过了第一轮”，是吧？我压根都不在他那儿，就这么硬，直接全票打飞鸭王，直哭 BGM 起。哎，懂了，炮姐干就完了。呵呵，零飞三 PK。
你哥发言。萨斯克，献出心脏。新加萨斯克，献出心脏。小小我先死。投谁？大呗。你先说一下。投夏娃。压针。压针。有炮。把他的压心先给献出来。压。燃起来，不好，可以去搞嫌疑人。春鸦说谁？直普，下次 BGM 放那个快捷键上面，就我一喊，你马上就出音乐。OK。行。你是啥呀？我上一把发言还不够正吗？你想咋地？你工程师？对，我要走了，我马上到了，别搞我。我带刀好人。哎，我说那个，我撞身份了，那个耻骨跟那个渊渊撞身份了。西门春啊，你刚才说谁给你报的是警长？渊渊撞身份了。啊，过来，我告诉你，我大白鹅，我告诉你。好，你说。我骗你的，来，你说。那个，渊渊，你刀我吧。懂了吧？啥？你说啥？我没听见。来，那再告诉你。你谁？嫌疑人，我走前面。OK， 好，我干他。你让你啊，行，我先走前面，我帮你探路。不是，你走前面。OK， 走。对，献出我的心脏，走。这是咋给？咋是个咋？不咋了，念不出来。前面很安全，太君。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我和嫌疑人我俩一直在一起，然后他说渊，然后那个什么，反正他过去了之后，他告诉我渊渊是狼，然后我直接就看到了尸体，我说我要看渊渊道人，结果真的他就是一只狼。但是不说了，家人们，给我狂出这个渊渊，渊渊要吃糖，给我出走他。我刚和嫌疑人我俩一直待在一起，过。OK， 小悉尼收到，过。小悉尼搜到。OK， 小悉尼搜到。OK， 过。收到，过。可以。听渊渊怎么说，过。操你妈！收到。我说实话，我觉得没什么说法。收到。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出吗？你看看你自己的衣服穿的什么？我知道，小悉尼穿的什么衣服？你觉得有什么说法吗？啊，我没有。你把人家小悉尼的情感装砍了，来，小悉尼搜到，你竟然不砍了？哎呦，我操！刺客呀！牛逼！出那个嫌疑人，我是警长，出嫌疑人。什么 ？OK。啊？我出院，我都没有票了，我投了呀，我投圆圆了已经。没事，还没出票的点一下，嫌疑人把点自己，嫌疑人点自己。为什么？你什么玩意就点嫌疑人？自首，嫌疑人快自首。啊？漂亮啊，这都能出去？哎？史黛芬？这出不去吗？还漂亮。哼。史黛芬。OK， 你是啥呀、啊，影哥？救我！救我！干嘛？哎！哎呦！哎呀，无语了！史黛芬是狼！刚才谁喊的史黛芬是狼啊？哎。气死了！鹈鹕，呀！我操！那个狼能不能把他给刀了呀？别！呀！狼能不能把他给刀了呀？快！嫌疑人上！就这样，我不活了。你给我去，史泰夫也被吃掉了，嗯，你被有炮砍了呗？嫌疑人不是狼，是这样吧？这样吧，有炮你把那个影哥狙了，好吧？他是鹈鹕，好，然后我们再让你砍一刀。
Seven 跟影哥没有遇到过吧？那个 CD， 所以只能是被有炮刀了。哎呀，我操！有炮发言这么正义，努力赚大钱。我过了，我过了。Seven 是警长，我们这儿没刀了，嫌疑人。他们肯定点跳过，我们两个票肯定点在影哥身上。过了。西门吹鸦，你在聊什么东西？第一轮江户川鸭王那样脏我，我直接把你在那个管道边上对话直接爆出来，你要拘你就直接拘我，行吗？哎、你还拉着嫌疑人扰乱大家视线，鸽子肯定会弃票。现在嫌疑人，你如果是个好人的话，你们已经没票了，你就说先出谁，我就跟着你投，先出吹鸭也行，先出影哥也行，好吧，过了。我不管啊，反正我这一把从第一轮开始，我就跟着有炮干就完事儿了，真的，我赢不赢什么的无所谓，我就跟着有炮干就完事儿了，好吧？有炮说出谁，我出谁；有事儿让我弃票，我就弃票啊，我就这么着了，我弃票了吧，我弃票了，我不可能投有炮，放心吧，西门吹鸦不会让你们奸计得逞，好吧？我先给有炮点一首弃票。这到头来看着你吃人，你还要弃票？这我觉得啊，在刚才西门吹鸦是吧？刚才说我是个狼，我很不服气啊，我真的很不服气。至于这张票怎么出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出，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让我出西门吹鸦，过了。OK OK， 我也出他，我就看了一眼他在有啊，什么意思西门吹鸦？那完了呀！什么意思西门吹鸦？跟谁作对呢？跟有炮作对？那我能忍？让鹈鹕爷爷都不能让你赢，真惨呀、啊！真惨呀、啊！完了完了完了！我追踪者，我是一个纯好人。哎，鸽子有机会啊！我没刀，但是鹈鹕应该那个了吧？没了。是哪儿在做任务啊？没有看到做任务的标啊？是哪儿在做任务？拼刀呗，鸽子，在这儿。完了，我也不知道呀。刚才他们没进来，那完了，找不着了。我负责我啊啊！西门吹鸦真是，这下把鹈鹕刀了，不把鸡吃了，我要报警！西门吹鸦，你为什么要说我是刺客狼啊？我说你可能产生刺客狼，因为那个外置位史黛芬不知道怎么死的，我没看到他面。那你问史黛芬是咋死的呢？史黛芬你咋死的呀？被玉展影吃了呀！没看见他面吃啊？不是，我以为嫌疑人是狼，我在那监狱门口蹲着他呢。嫌疑人报的是那个，嫌疑人报的警长、啊。谢谢釜山侦探。我没报过警长呀，我啥时候报？我是他说你报警长，然后那个什么小悉尼又说你那个什么冲着他去了。干嘛？你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我。你听我说，我这把是好人，你过来，我是第一员。六。好人陪陪。哇，死人了！啊？我能杀，我去杀。我，你杀他。你给我让开点。哎，干嘛？干嘛？走开！别碰我。哎，这咋有个尸体？你干啥呢？隔壁小孩有问题。隔壁小孩追我。来，你砍我吧，砍我吧。治不到我，治不到我。砍我吧。哎！我操！这什么？来，隔壁小孩是不是加拿大呀？当着面砍这个西门哥、啊。感觉他像加拿大。方哥，你看看方哥。忍住啊。就完事了。史戴芬，我暂认一个好身份，起码没有刀啊。我追了他半年多了，他也没砍我。
直播，给我放一会儿，你不 BGM 挺多吗？我看看，你给你放个自己出自己的 BGM， 给我听听，我过了。看他就，哎呀，不是啊，怎么回事啊？就有炮让直苦放歌，直苦一秒钟就放，还改快捷键放。隔壁小孩让直苦放歌，直苦不放。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有点问题的，反正直苦过。隔壁小孩，哎，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啥，反正欠欠的啊，老往身上凑，还以为他要杀我呢。但是，隔壁小孩前面有几个人，我跟着你们下去之后回过头，你追我上来，我们发现一具尸体，然后我问你这尸体咋回事，你也没理我，你刚才也没聊这个，那个应该是一只狼狗的，他怎么在那儿死的呢？就后面这帮人，反正我下去的时候也没看到其他人。总是这样的，跟隔壁小孩在这儿，然后他追着我回来，我们路上又碰到了培培和谁，所以我觉得一只狼狗那个位置死应该是除了这几个人以外的人到的。培培跟谁啊？我没看清楚，我一直躲着隔壁小孩呢。培培你一会儿说一下吧，然后我觉得可以从外面的人里面找一个，就是他应该是刀一只狼狗的。我过老渊发言，直苦这刀出的没问题啊，本来赤鸦跟那个玉宅营的野还有直苦他们三个在一起，然后我在上面看着他们，然后直苦上来就是跟我对视了一眼，再下去的时候赤鸦走了，然后地上躺着一个影哥的尸体，然后直苦就这样子把赤鸦刀了，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我这边视角陪陪鸭王小孩三个是在史丹芬发言，我认个好的话，那外置位就是浩浩和小心仪，然后我没信息了，过了。自己一直在单走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碰到人，好不容易碰到人了吧，从我面前呼下过去了，然后再碰到人了，直接西门吹压死在了我的面前，就很刺激，好吧，其实也没什么信息，大家说啥就是啥，过。啊，那这个意思，渊渊的意思是直苦是面刀是吧？那反正我觉得鸭王跟史莱芬是两个好人。隔壁小孩我不知道，因为他后面追着史莱芬上去，我就没跟上去了，我不知道上面什么情况。然后鸭王跟史莱芬，我跟鸭王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他如果是狼肯定刀我了。小心你刀的一只狼狗，还有他被隔壁小孩追的那个状态没出刀，我觉得是好人。然后另外如果直哭等一下发言就是说自己是带刀好人的话，那就看信不信，就是要么就是投直哭，要么就是如果直哭发言被认下来，那就是有炮了，可以。有炮要干他，就是有炮跟小心仪吗？对吧？这边我反正不知道了，过了。哎、怎么还能扯到我身上呢？你们一开始出生，我跟你们就在边上，但是我看你们想对身份，我就走了。我从那个娱乐室这边走了，你忘了吗？什么叫就成了我成了外职位了？我没懂啊。我听直苦狡辩一下吧，好吧，过了。OK OK， 直苦不是狡辩啊，直苦就是我想跟刘哥说一下啊，就是我该如何形容第一次见到你之的感受呢？啥？那天车流很快，时间却很慢，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等待的人即将出现，直到我看到了你，我便确定此生我都无法将你忘怀，我想我是坠入爱河了吧。说的说的说的不，西门和影哥对身份，然后西门给影哥就砍了，他俩没说什么就砍了，然后我就给西门刀了啊，就这样，不能出啊，西门过吧，跳过吧，跳过不了。那你是什么带刀好呢？那你这发言只能投你了，你这前半段这他妈发言就是不好不解释为什么砍西门吹啊，他好不了。你这得懂啊，家人们，出他。你没办法了，直哭，你要带刀好人也救不了你了。那渊渊是他狼队友吗？那个发言。渊渊狼队友，不知道渊渊是谁呀、啊？你们，小心你不会是加拿大吧？终于有人啦！刚刚一只狼狗应该是外置位的人砍的呀。那你现在追我是什么意思？谁追你了？我们这么多人。隔壁小孩是好的。小心你也是外置位的呀。对啊，小心你也是单走的。不是。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
史戴芬刚才跟智虎要双刀，我来砍他，我来砍他。走开！你怎么又来了？我刚才他妈对他有点心软了，我没想到他他妈居然想双刀，回头突然回头刚才。哎，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吧，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砍你！走开！走开！你砍你砍！烦死了！砍！就说史戴芬好人吧。神经病吧你！还行。你有没有刀啊？你有刀，你去把那个培培砍了。行。砍！啊！啊！哎呀！啊！小心你干得漂亮，小心你啊！哎、就知道他是加拿大，没忍住，看他一个人过来就吃了、哦，受不了。原来你是鸡，受不了一点儿。受不了，鸽子，把鸽子留着。哎，玩这么一把，叫那个来，我叫那个来。别的咱不夸，快开，快开，谢谢快开，我拿刀，快点儿。这种局，这种局一个都狙不了，真的烦死人了。哎，难受，两次拿鹈鹕都让鸽子赢了，你说这谁能忍？这叫反正吃不嘎。哎呀，你这把是啥？怎么吃饭？受不了你！哎呦！你什么吃饭？哎呦！哎呦！怎么吃饭？来砍我！砍我！砍我！来！你什么身份？砍我！你什么身份？还不死？哎，什么情况？你骗我就行，我这。江户川鸭王发言：有炮，你记不记得？我刚跟你分别完之后，我就往上方走，然后在上面发现了一个尸体。谁从上面走下来，那就只有是走下来的这个小灵芝。然后有炮，你前面在说什么声音啊？谁的小灵芝是谁？小灵芝前面刀掉小悉尼，小悉尼说话的那个声音被你听到了，但是因为他已经没了，所以他不能在后面给你信息了。全票大飞小灵芝，有炮，你总不可能踩我刀到加拿大鹅了吧？这不可能啊，对吧？过。那个蓝口没有什么信息啊，我这个快板打得挺好的，我那个有个从加拿大回来的那个同学，他找我打快板，我找不着他了，你们谁见他了呀？过。啊，是你是加拿大？白胡子老爷爷。啊。痴呆老人，你说话呀。我呢，来自异世界啊。然后我和直苦呢，两个人现在是属于一个战队状态，好吧？过了。啥？什么啥意思？没听懂。跟直苦处于一个战队状态是什么意思？你们俩是在交身份能互保？啊，我别的没啥信息。我最后碰到了培培和吹鸭，他俩边走边说什么什么什么谁刀的还是什么类似的，我没太听清楚。听你俩说一下吧，你们俩好像要密谋着什么事情啊？过了，没有密谋，小兔子，裴姐认识裴姐以来，裴姐第一次展现出姐姐的魅力，她说她保护我，我很感动，她让我紧紧跟着她，她用她的肉体挡在刀前面，我很感动。我们两个说行，你就死在我前面，我替你报警。然后这把的话，呆呆是没有出刀的，然后小灵芝吧，麦克风只能在小灵芝那边了。他才是刀。然后根据我多年学语文的经验，嫌疑人想说的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是跟那个站边；第二，战队是站在两个对立面。啊，等他下次再说吧，也轮不到他了。小灵芝说话吧，一来就砍人，太没素质了。我怎么可能一来就砍人啊？我刚想和炮姐让，对身份让炮姐来约，那个娱乐室啊。这个鸭王怎么说能从我从上面下来的？我从储物间下面上来的，你怎么能踩到我？你刀的大便窜就窜了，你还赖我身上？炮姐必须给我作证啊！我在实验室呢，离那个尸体十万八千里，你不能赖我头上。我过了。离尸体十万八千里，他刚说尸体在哪儿了吗？
在哪儿，他刚说了吗？我是没听到他说尸体在哪儿，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离尸体十万八千里是怎么，你是看到了吗？我不知道，我听鸭王那个状态可能不太想到加拿大，而且我有加拿，反正有人跟我说他是加拿大，所以我等会儿、啊、西门吹鸭是加拿大，想想吧，不对，西门吹鸭，我觉得可能不是到加拿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投小灵芝，然后那个好人配是加拿大。西门吹鸭在说什么？是这样的，我一出生跟西门吹鸭在一起，他说我直接给你标身份，你保护我一下，因为他死太多了嘛。我说行，我一想，反正我这把也是个好人，我就保护他一下。他给我交了个身份，他应该不会跟别人一起走，然后我也跟他交了我的身份，然后我们俩就一起走。我说你跟我跟景点，别落单，到时候又被刀了。然后就这么就说了这么一句，被你听到了。然后就重点听一下有炮怎么判断吧。他们俩都让你作证过。行，那个，谁跟你报加拿大的？你等会儿出去就找个好人带刀把他砍了，这个人绝逼好不了。哦、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为什么说小灵芝说他离尸体十万八千里？因为小灵芝跟那个谁都没见面，小悉尼压根都没见面。因为我们是在娱乐室右边的十字路口，小灵芝从下面上来，小悉尼在上面没下来。鸭王是从通讯间剑桥右边过来的，然后我和小悉尼进了娱乐室准备对身份，鸭王往上走去武器房，就是准备跟小悉尼见面，直接就报警。那他不是穿了是什么呢？喷的到处都是，你这一点卫生都不讲。只管 BGM 起，送鸭王走，过。没 BGM 了，都用完了。那听完那个大家发言，那我觉得有炮更可信一些，是吧？那我偏向信有炮吧，我过。信不了一点儿。我和西门吹啊，还有好人陪陪，都曾经接受过加拿大的信息。隔壁小孩是加拿大。我能够确定以及肯定江湖川鸭王绝对没有穿，所以说诬陷江湖川鸭王穿一墙的有炮，他绝对有问题。玉宅有隔壁小孩有炮，有炮应该是个坏人，因为我知道加拿大信息，所以能确定的一点就是江湖川鸭王肯定是没看上加拿大，所以说江湖现在就是说投有炮还是投小灵芝，反正江湖川鸭王那意思就先投小灵芝，因为我想不出来江湖川鸭王他为什么要编这个东西，归票归谁啊，投小灵芝就完了。嗯，有炮下把出局吧。懂了，鸭王我懂了，鸭王绝逼铁坏，栽赃我。小灵芝他们是狼队友，我小灵芝都没跟他们见面。好惨，我以为小灵芝是从上面走下来。哎，没想到吧，我刀的。那你是刀，不是你是看到？嗯，那其他人也太怂了吧？有可能是真是我看错了，因为我以为小灵芝从上走下来的。那你不就是说冤枉了一个好人吗？是的，那你刀我吧。啊！我不刀你，我要刀这个人，这个人怪怪的，史黛芬。来砍我，砍我，来砍我，来砍我。砍的是他妈玉宅。砍我，砍我。机器快好了，好了。哎哎！我去！哎！他怎么听不出来隔壁小孩是加拿大呢？哎呦，我应该给他狙。算了，上班也不确定。他了。我是知道加拿大信息的啊，我跟你们说，我是知道加拿大信息的，因为这个西门吹鸭上来就跟我说过，他是加拿大，西门然后哎呦，看见隔壁小孩的鸡腿了，我就报警了，我就是琢磨先把有炮出了，但是隔壁小孩是谁砍的我不知道，好，那咱们这把出有炮，全体出有炮就完事了。咱们这局搞快一点，好吧 ？OK， 江户川鸭王发言。江户川鸭王要承认一个错误，在我的视角里，我以为小灵芝是从上方走下来的，因为我从右边看的话，只看到小灵芝从上往下走这一段，没有看到他从下往上走这一段。那很有可能我确确实实就送走了一个好人，但是我要将功补过，刚刚这一波隔壁小孩是加拿大。他就在我的面前给爆开了，玉宅影是那个隐身狼，玉宅影的影
是隐身狼，他把御宅两个字给隐掉了，然后刀了这一下。不，哎呀，尹哥呀，都跟你说了，那儿地滑，你看，踩一出溜，摔倒了。刀隔壁小孩啊，刀压王不就完了？啊，这局呢，我是跟着这个好人陪陪的啊，我是一个神秘者啊，神秘者。至于是什么者呢？啊，你们就品一品吧，好吧。我这个嫌疑人全场，不说身份最高，但是我的身份还是挺强的，好吧，过了。我都惊了，在我的视角里是鸭王面刀，结果是御宅隐报的警，那确实只能是隐身了吧？应该，因为我压根就没看着尹哥。是这样，我跟小孩然后鸭王，我们仨在一块儿，完了隔壁小孩就说他要去砍御宅隐。哎，不对啊，那他哦，也合理，他玩加拿大都这么玩。说自己带刀，然后说要砍御宅隐，然后他就在前面走，鸭王就在他后面跟着，我就在鸭王后面，结果突然这个隔壁小孩就在鸭王面前爆开了，我刚想冲过去报警，然后他先报警了，我以为他要脏我，结果一看是御宅隐，那就应该是到了加拿大了，我就这我知道的信息过了。鹈鹕也死了，狼队友也死了，这局就结束了。朱莉中立，没有中立了，一票吧，没了没了，下一票吧。风浪越大，尹哥你什么身份，天天跟我刘哥穿一样的，你什么档次，气死我了。隔壁小孩都说他是加拿大了，还敢刀他。这个 BGM 可以可以，这个 BGM 可以啊。哎呀，差一票，四票，让你走，让你走得很悲壮是吧，很可以。这鹈鹕跟狼队友也没死呀，你这鹈鹕跟狼队友，哎，气死我了，难受，带不动。刀什么？隔壁小孩儿，你把鸭王刀了不就行了？行，来，我能对身份，我是好人。对身份，我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有，我手上右手是这个大板，左手是这个小板，我是坏不了一点儿。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身份。行 ，OK。说呀。那怎么说？哎，这么早就凶手了吗？好多人呢。哎，这么多人，那不说了，你别告诉别人了。溜了溜了，会有鸽子，快溜了快溜了。干嘛，史戴芬？好样的，呆呆，真有你的呀！你还有几秒啊？你给我数一个数。你是好人吗？还一会儿让你刀。你是好人吗？我当然是好人了。拜拜了，呆呆。陪姐面刀。啊，开玩笑什么？那个这一兔子面刀一点都不正义。我跟你说，很有意思。我知道那个炮姐也看到我了，就是我从那个武器房往下走，然后他看我躲在这儿，他不敢走。然后我就往下走，看到直谷刚露头，我刚跟直谷打了个招呼，我说嘿，直谷爆开了，我人都傻了，说直谷怎么会爆开？然后这个史代芬从他尸体里面跑过来了，他还问我是不是好人，我是一个好人，挂，难受啊！报给你个信息，好人陪陪，是一张殡仪员，你把他拘了，这是我对你最后的爱过。你可千万别信他，他好不了一点儿。史戴芬确实是个狼，因为他上一把就在帮御宅隐说话了。但是我可以帮你，啥时候帮御宅隐说话了？我可以帮你弃一票，你不用信他的。哎，确实弃票是不是可以，我帮史戴芬弃一票，你们好人去投史戴芬吧。鹈鹕一票。哦，不行，刚才投他了，过，投了，投了，投了。弃票，弃票。我就弃了一票，不弃票呗。哎，怎么还有人投西门吹鸭呢？我弃票了，臭鸽子投我。啊，那谁投我的？我弃票了呀。啊，弃票，直谷是鹈鹕。哎呦，这把鹈鹕刀，哎呀，小灵芝是秃鹫，早知道不弄小灵芝了。没办法，史戴芬，你不刀我，我也把你吃的，烦死了。就咱俩在这儿，他们都不过来，那我不亏，我出了个坏蛋。
应该高调是单身。哎呀。真是太好了。蓝狗，你怎么老裸奔呢？俺喜欢聊。难受，都在一块儿，现在怎么出刀这么费劲呢？是不是？可以，嗯，可以。哎，怎么说？交个身份。可以的，怎么说？四人互交，怎么说？怎么样？怎么说？我们先聊聊配对，先交个好吧？可以，我跟小新你，我跟小新你，你跟小新就是。我不想和你，我行，咱俩聊。就此。哎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搁这打快板呢。我说，嫌疑人白胡子老爷爷，你能不能给我交身份？只要你给我交身份，我就给你打一个快板。啊、然后小灵芝上来，呲儿一下，怎么又有人、啊？西门吹鸦给刀了。史黛芬，你就在那儿看着，你还一上一下的，你还不报警，气死我了！西门吹鸦老师刚刚给我私信问我，200块钱把麦克风卖给我吧，要不他玩这个游戏他没看到上面的小基本上就盲猜了，气死我！你给我解释。你要解释的好，我就信你。小姐姐，过。是这样的，啊，啊他也这样了。刚复活，我就和蓝狗放在了一起，因为在上一局比赛当中呢，我和蓝狗复活在一块儿，他杀我的时候呢，他是先打了一段快板，我寻思他杀人之前应该会有一个被动，啊，这一局我想听他打快板，看看我还会不会被刀的时候呢，这个西门吹鸦就死了。正如一只蓝狗所说啊，史黛芬。看着西门吹鸦被刀了之后，这小灵芝就跑了，啊，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可能你们两个都是只狼呢？还是说史黛芬在等着吃吃呢？啊，这局我觉得变得好打起来了，好吧，过了。不是，我在我那个视角压根就看不见你们下面那些人，我就在那儿，我就在上面剑桥这个上面这个地方站着呢。直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看到一个鸡腿我都不知道是你们谁刀的，我看下面好多人，我没有在上上下下的看着尸体不报警，因为开局我们几个复活在一块，然后小灵芝在跟是西门吹鸦吧是吧，他们俩说去换身份，然后我就站那儿我没动，他们在下面，然后过了一会儿你们一堆人就来了，等我看到的时候有一个尸体，然后旁边有一堆人，然后你们两个踩我，我现在觉得有没有可能你们俩是狼队友啊或者什么，因为我离那个尸体的距离非常远，你打不到我，你如果说是什么小灵芝刀了人跑了，那你说他就好了，我在上面那么远，然后你说我看到了不报警，我觉得你们两个也有问题，好吧，过。这个吹鸦是我刀的呀，我敢在你们这么多人面刀啊，那直苦外之位的直苦和小西米怎么死的，那肯定是双狼双刀对不对，且我面刀了这个吹鸦、啊、吹鸦什么档次，我让他跟我换真心，他换了一个左上角我的身份，那我很生气，我就给吹鸦刀了，难受啊，上来他就看着正好看着我面刀那一幕，双杀你就报警吧，你踩我，我可以认你是个好，因为你看不清这种局面好吧，吹鸦就是我刀的，我认了，好，我过了，我不信，我不信小灵芝，我投小灵芝过。可以啊，小灵芝，吹鸦也是你老师吧？这档次也太差了，直接给学生毙了。我这一把跟隔壁小孩一起一出生，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但是我们互相在视角里面，所以外置位的死的两个人跟我跟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好吧？而且小灵芝还打了一个双狼双刀，那外置位肯定是有鹈鹕的呀，吃人的呀。什么双狼双刀、啊、过了过了。小灵芝发言内容虽然一般，但是中心思想我是认可的。西门吹鸦什么档次啊，在他说出来西门吹鸦什么档次敢跟我穿一个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合理了，小灵芝砍他没毛病，所以说小灵芝我会为你来一手机票不啊，那我砍的那个什么，我砍的直骨，直骨什么档次啊？
他让我砍他，他要没跟我穿一样的衣服，他就让我砍他。要不要举他一下？我说那你等我 CD 好了。然后直谷说行，然后我就给他砍了。我好人。那小灵芝就好不了一点了。小灵芝这个身份就我觉得就不太对了，就小灵芝这身份就不太对了。那小灵芝到底好不好呢？那小灵芝可能不太好。行，那投小灵芝没问题啊。小灵芝是发言什么的不重要了，投小灵芝。天崩开局啊！直谷什么档次？我过了。江户川鸭王发言，小林芝说西门吹鸭什么档次？西门吹鸭跟我是同事，你是不是也在说我江户川鸭王什么档次？吹鸭老师，小林芝什么时候毕业？毕业论文来我们组写，全票打飞小林芝。我。什么档次呀、太过，我打快板呢，你就把我观众给杀了。啊，我正义啊，这玉宅影好不要一票、啊。玉宅影有一票。玉宅影怎么个事儿呀、啊？啊，玉宅影局长是吧？小林，完了呀！哎呀！他见我就跑是啥意思？我是乙，你是啥？史黛芬什么？哦耶！哦耶耶耶耶耶耶耶！是啊，心雨。跑掉了，无语。为什么每次都砍鹈鹕呀？哎呦！点菜的，真是上月子的。哎呀，史丹芬，什么仇什么怨啊？烦死我两个了！你们给我点菜的两个人，一个撞上了，双狼双刀吗？还雕上了、啊、到底是我要跟小鸡迷，我要跟你，对不起，对不起，我要跟你，对不起，双刀被蓝狗逮，两次你解气了吧，影哥，你开心？哎，希望这把别让鸽子赢，好吧？怎么说？你什么档次？你们俩的。三、二。哎呀，少来这套！我就不跟你说。快点。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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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人呢？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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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哎呀，这个票呗。不是这个有炮，你手挺壮啊，你他妈把把拿狼啊！哎呦，我不是狼，快弃个票，弃个票，我先弃为敬。小机器人给我送的，不应该啊，应该，哎呀，应激了，应该想到他是踢那个大便的，好吧，弃个票，求求了，烦死了。你们看到了是吧？这才死了两个，怎么弃票？哪够？哎。你这吃这两个还有可能是吃啊，我就吃了一个。哎，这样吧，我给你们找一个狼，你们别投我好不好？哪个说带 JD 工，你说谁？不会是说我吧？我票可要点上了。哎呀，他这把鹈鹕，小兔子把小兔子突出去，这把有秃鹫的，但我们全场看不到尸体和人。算了，出吧。全体中立，集一下，给我弃一手票。哇，终于可以出你了，史丹芬，太解气了！我要狠狠的给你点上一票。我投的直，我刀的直苦啊！烦死了！到直苦什么？我帮你刺的票，我帮你刺的票。你妈把把刀直苦。哦，那培是没忍住培，实在是想吃他。我就是有上厕所去。可以啊，史丹芬，我俩扯平了啊、哦。
哼。英雄好汉，我们俩聊呢。聊聊吧，来。哎、啊、呦，来，重庆你们聊吧。真心换真心。有没？那尹哥，我把小新，我是一个小新年，你不能刀尹哥的，尹哥的年纪比你爸都大。真的吗？那我又不是狼，说的我都怕他刀我，我都怕他刀我。你说的人那么就不爱听呢，我有个开玩笑的尹哥，稳重。我不是你俩不会等会儿死一个吧？真心大白鹅，大白鹅，我不怕，我今天可以直接交，我大白鹅。什么档次啊？什么档次？什么档次啊？什么档次？什么档次？什么档次？你什么档次啊？问我身份？我最高档，最高档。好人陪陪是鸭吧？好人陪陪是鸭吧？真的假的？真的？我去试一下，我去试一下陪陪，我去试一下陪陪。好人陪陪这走位必是鸭吧？我也觉得陪陪像，走位就得是，我真的觉得陪陪像好人吧。哎，我操！哎，我只能说啊，我这个人就是在抿这个鹅的走位上面是有一定水准的。这把我上来以后，看见好人陪陪站在视角那位置，我说我就觉得他是个鸭子，我就跟西门春鸭说好人陪陪是个鸭子，然后西门春鸭就去追好人陪陪，好人陪陪。就面到了西门吹鸭，我赶紧就一手报警了，好吧，这把全票给我打飞这个好人陪陪，我过了。鸭王发言，我还准备去试下好人陪陪的身份，结果没想到好人陪陪不刀我，刀西门吹鸭，感谢我的好姐姐不杀之恩，过。完，dog发言，那么这一波呢，就是和鸭王简单单的换了一波身份，铁宝应该是没有，哦，这就这一个是吧？过。好人陪陪啊，你一开始看见我的时候是不是想刀我？你卡一个墙角，你盯着我，我当时非常的害怕，转头就跑了。果然是这样啊，果然如此啊，我要狠狠的点你票，过。啊，我可以帮尹哥和小西尼。这个陪陪和嫌疑人在那个通讯间，我以为他俩双狼密谋呢，结果你把嫌疑人也刀了，也把翠鸭刀了，那你不能留，好吧，过了。不是我，不是小西尼、小灵芝，你们俩是两个好人吗？鸭王跟尹哥是双狼。那个前面在一堆人那儿的时候，然后玉宅隐说我是狼，然后鸭王说来跟我聊一下，我来看看他是不是狼。然后吹鸭，我尹哥鸭王，我们四个往外走，然后尹哥直接把吹鸭刀了，然后鸭王就想刀我，他们俩应该是想把我们拉出来双狼双刀，然后结果就直接我就准备报警，然后尹哥报了，不知道为啥，他想就想可能想脏吧，或者他们俩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没有刀的呀，炸弹狼什么的，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可能，对吧？尹哥狼，鸭王狼，帮你们找了双狼，你们别执迷不悟啊，小西尼跟小灵芝，你们想想，总不可能三狼吧？投尹哥呀，过。投什么尹哥？投我！来，有种你们把票投在我身上，一只狼狗，点我，投死我！什么意思啊？啊，这没出去，这好人没什么意思啊？那票我点的，他分散我。哦，去探监。别忘在清真寺。大家注意，收到。明天分散，你就不是好人留的。是个啥狼啊？这还能干掉我？我好像有一点点好像，嗯，哎，怎么的？肯定是秃鹫，陪陪是狼，刀不着，刀不着。要是狼，我早就给把我刀不着，操了！不是，我在那等 CD， 我准备等陪陪出来。啊、刺客，引诱他出那个监狱的门，然后我裤子给他刀掉，然后鸭王来了，我刀没收住，给鸭王刀了。那咱们就把他票陪陪吧，我是那个正义啊，我就一刀。结束了，靠陪陪吧，过了。叫尹哥，你刀对了，尹哥鸭王双狼，不是。
吊影哥不就结束了吗？鹈鹕前面是不是已经过了呀？谁是鹈鹕来着？是不是出过一个鹈鹕了？啊，对，史丹芬是鹈鹕，影哥最后一狼，他们俩铁双狼呀！大家醒醒，我能说我是刺客还在不在？要不然我跳身份吧，我政治家。我铁政治家，你们验证一下政治家技能，我看一下啊。啊，平票中哦，我不是政治家。你说完了？你不是说完了吗？我不是政治家，后面是你是啥呀？这样弃票不就完了吗？你就只是不是政治家呗。谢谢我爱他们。但是。就算他不是政治家，他也绝对不是狼，因为狼是小灵芝。为什么狼是小灵芝呢？我是正义使者，小灵芝篡我身份了，所以说小灵芝，而且小灵芝，那小灵芝，你说如果说小灵芝是啊警长的话，他砍西门吹江湖川鸭王，江湖川鸭王是我认的铁好，他怎么不死？所以说小灵芝一定是狼人，穿了我的身份去砍了一个好人江湖川鸭王，小灵芝直接死，出小灵芝过，江湖川鸭王。是啥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警长，我必砍隔壁小孩，把这好人陪陪先给我投出去，我警长在这耗票了，这把给我出这好人陪陪，我一会儿去，我就刚才就差一步我就追上这个隔壁小孩了，我必刀了这隔壁小孩，这隔壁小孩是个秃鹫，肯定是个秃鹫，刚才你们摁铃的时候他还那个什么了，他还说我超了，说了一句这个，一会儿我再弄他，先把好人陪陪全票给我打飞，我过了，多个发言，全票打飞好人陪陪，全票打飞好人陪陪。那隔壁小孩，你绝对是个中立。那刚刚吓唬我，给我票的影哥，结束了。你说我姑父，这把是和平哥呀。隔壁小孩，我等着，你给我等着。这小圆圆只有一个弃票，这不就相当于上厕所我尿影哥腿上了吗？好家伙的，也不用这么形容。等不了了，游戏结束了，等不了了。哎呀 okay. 中立在干什么呀，中立受不了了，不是政治家怎么还是那个技能啊，你被投入牢，你自己不说没人反应过来，我忘了政治家不能坐牢啊，我想说我证明还不是你选的好，你直接就说你不是政治家，你是官鸟，那不就完了吗？我不是官鸟，我是加拿大，完了，已经预感到这把会很辛苦了，怎么说这把是不是我会很辛苦，我告密。OK， 我刺客、嗯，走。要不要一起？走，我们一起找人交心吧。哎，我铁好人。怎么说？哎，能交心不？好不了一点。可以，来。交心。我刷。可以，有炮还是？啊、他想到。哎，怎么说？哎，他怎么单走呀？他秃鹫啊！啊！不惯这个，走了。哎哎，这在干什么？走开，别过来！哎，你也加拿大呗？我知道。哎哎，这怎么回事？哎。我报的警。现场根据尸体摆放的这个方位，我觉得经过我的判断，不是警长刀刀好人，而是狼人双刀。那在定下这个结论以后，狼人双刀的情况下，咱们就要排坑了。当时在我身边的有谁？江湖川鸭王、西门吹鸭、正义兔子、直苦，我们四个、五个是有不太正面的。哎，开玩笑，他俩应该看那个 B 二，应该是警长双刀过了。
哎呀，我分析还在很认真的在听，我还在分析。如果是这样的话，外置位置很好盘了，还有个嫌疑人，外置位还有一个鹈鹕。感谢隔壁小孩浪费我人生宝贵的三十秒钟。过。不如道个发言，我和小悉尼可是和稀泥，那不是那个对身份呢。他说他是好人带刀，但是你感觉有点拉扯，我后面再跟他对一对，再试一试，再和一和稀泥过。确实那个位置像是双刀，因为尸体放到一块儿，然后我几乎应该是跟隔壁小孩同时按下了报警键，然后他先报到的。然后后面还有这个西门吹鸦，我前踩在西门吹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见到我就追我啊，我不知道啥意思，而且他票也投了，我也不知道投的是谁。其他信息不知道了，也没有看到别的人过。我是加拿大，谁敢拘我？我是加拿大，谁敢拘我？还真是加拿大。我是加拿大，谁敢拘我？我真想拘他。他真能装逼，我要是这个高级的。我听了我都想拘了，我说实话，可惜我不是那个刺客，有一讲一。蓝狗，你相信我，跟着我走，保准没有错啊、哦！行，算过算了，忍住，不冒这险。谢谢丹童的。我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但是我可以保蓝狗和小悉尼。你别管我在哪看见的，我就是看见了，我过了。那我觉得小灵芝不太好。我听他们前面说的人里面没有小灵芝，然后我前面80%的时间是跟那个正义兔子是碰到的。我说我没看到你，你说我干什么？在一起，那就只有小灵芝没有跟人在一起，其他信息就没了。过。完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那这盘局呢，又没什么盘的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我。西门，你不加拿大吗？你不没人拘你吗？那票你就得了呗。哎。可以，我没有狙，但是我有票啊！你也没什么用，你个加拿大，你就给我这票你，你就是出西门滚。可以，有道理，哎，有道理。哎，不礼貌，不要出去，那就太不礼貌了啊！有道理，我也想票你，太欠了，不会吧，管你是什么。哎，直播。我是加拿大。怎么我还有一票啊？怎么还有我还有一票啊？谁投的我？真的离谱！怎么说？小灵芝是在地道里吧？快跑！那鹈鹕，快跑！哎！啊！不是，这有个鸡腿儿，然后这个蓝狗和小悉尼在附近，你俩也不说，鸽子也不抱，你就往刘哥这么在这晾着呀？啊，你俩还是你俩有问题啊？你俩过一下。我跳舞工程，哎，算了，不用跳。蓝狗，你倒是辩解两句。哦，我，哎呀，我直接说了，不可能是双刀双死，小悉尼是警长。我就不信还有刺客，然后隔壁小孩和鸭王，我们三，我小悉尼，然后和隔壁小孩，我俩想和他和一波悉尼，我问他，哎，聊一波呀、啊，我聚一下。哎，小悉尼不好，他是那个什么，鹈鹕。我说这么大一个小姐姐能把我吃了，然后出去以后只有一具尸体，但是鸭王也死了，那说明什么？他们两个可能是被双刀的。但是少了一具尸体，那你吃的很饱啊，我感觉你肚子里是有东西的呀。过。不是没听懂，直苦说蓝狗和小悉尼双刀，那意思地上有两个鸡腿，然后一只蓝狗说什么只有一具尸体，说直苦是秃鹫，那我不知道。我是最后我在娱乐室的一个地方碰到的陪陪，前面我一个人都没见到。听听后面发言呗，听听小悉尼怎么说。感觉现在是蓝狗和直虎的轮次。过。怎么着都触不到蓝狗，就真的我私保蓝狗。
就我俩站在一起两把，他说什么我们俩没有动，我们俩在那个地方，当时那个董事长过来一直喊什么小心翼不好小心翼不好，然后我和蓝狗我们俩又聊了会天，站在原地动都没有动，我们就在原本就在那个什么现在不是在哪儿，在电什么室在电机室，我俩就呼呼聊天连动都没有动，然后结果他就说直苦就是过来了，然后说什么怎么这有一具尸体在这个地方，对吧？我记得好像小孩好像是合适在一起的，而在我的视角里面，我觉得知虎有问题啊，知虎有问题。我反正我和狼狗我俩没有任何的动作，且两把都没有动作。那小林这不是也说我俩是好吗？对吧？但小林的身份我不知道，我都没有和他碰过面，过了。我是上把抱你和狼狗没动刀，但我这把不能抱啊，就是你和小心灵狼狗共鞭。我觉得看陪陪鬼吧，好吧，我过了。谢谢。我想想啊，小西尼这个发言又有点不像双狼，但是外面死了两个人呀，隔壁小孩跟鸭王，对吧？就是如果是盘单狼的话，有可能是直苦；如果双狼呢，可能是蓝狗跟小西尼说谎。把蓝狗出来。不敢狙。那我归蓝狗，我觉得是双刀。我归蓝狗，你们可以在蓝狗跟智库里投，我归蓝，我自己投蓝狗，我觉得是双刀。小林这是怎么能少一句呢？啊？为什么呀？有没有锁匠啊？有没有锁匠？谁是秃鹫呀？有一个秃鹫。一个锁匠。你是狼吧？我钻了。我钻了。哎。我是锁匠，我是锁匠，我可以开门。哎。我知道。你锁你那个脑袋。啊，鸽子。锁谁脑袋啊？啊，最后一把呗，兄弟们，是你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我一定要操一把，哎，我愿意拿我学生，还真是个警长，隔壁小孩，我最后一把，最后一把应该是玩的警长，我最后一把是警长，然后玉带你躲远点，我会拿警长第一个，我最后一把是那个鹈鹕，没感觉。我是秃鹫，我是秃鹫。看见我就疯狂砍。我舔不丑，我舔不丑。我先砍玉丹眼，然后砍史黛芬，我直接砍两刀。玉丹眼史黛芬，我警长必砍。你等着，你等着，咱呵呵。哦，哎，前面不是三具尸体吗？小孩要砍你，史黛芬。你有刀吗？能帮我把他砍了不？我能保护你。啊，真的吗？可以，看看一块走，看看他有没有刀，但是我只能出一刀啊，出一刀我不能弄他。好，你早说呀，你早说呀，来，砍小孩，走，哎呦。影哥，这你就有点过分了，影哥，这我反正忍不了。隔壁小孩还没死，三个吃了两个，我跟他吃在一起，隔壁小孩没了，没吃到呀，这把。我说你怎么个玩法？他说他这把没刀，肯定他们要追着他砍。我还说那就在这儿别走了，直苦是狼，我们就在那儿看快板呢。结果影哥过来，直苦是江户川鸭王是双狼，这话没说，影哥不能卖他们，你好好，他们只要不点我，我就肯定得死。过了，感谢影哥不杀之恩，我跟影哥出生在一起，他直接一路上嚷嚷着找隔壁小孩，他就不对呀、啊，还好，影哥那应该是警长吧？我过了，直苦和江户川鸭王是双狼啊。尹哥，你下次这么冲动之前，你先找我。他砍林哥之前先砍我啊！还是他这盘我是和，谁？我是和史黛芬、鸭王，然后西门、小灵芝在一起，然后西门和小灵芝他俩刑长双刀死了，啊，他俩是双刀死的，真脏。这个鸭王和史黛芬都看见了，我过。
那我确实得保他呀。隔壁小孩肯定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不是你们听不见那游戏前的他对我的那些嘲讽吗？他说他这把但非拿了个身份，他第一个就要砍我，他让我躲得远点儿，他要先砍我再砍史黛芬，我是出于自保。那怎么着，那也就是他没刀我有刀，那要是我没刀他有刀，你们也会这么给隔壁小孩弄出去吗？我看未必吧。总之呢，我也是这个我反正我是好人好吧，但是直谷相当于就相当于把我身份给爆出来了，直谷那么一说相当于把我身份爆出来了，但是我有可能应该是这个为民除害了，我这个最后一把属于为民除害了，不能除我。刚才谁要抢归我谁就有大问题，比如这个好人培培好吧，他就有大问题，他为什么想强归一个好人出局，这把全片给我打飞这个好人培培，我过了。哎嘿，但是好人培培是主动报警的，他的狼面要比尹哥小一点。哎呀，我真的好对不起西门吹鸦。西门吹鸦跟我说，他说双鸭组合能不能让我今天最后一把赢一点，赢一局，让我有点游戏体验。我说没有问题。我说小灵芝看起来就鬼鬼祟祟，把小灵芝直接刀掉，然后西门吹鸦就上头了，过去刀小灵芝，然后双双暴毙。对不起，我的。我会带着你的意志走下去的，反正大家都是好人阵营，你赢了我赢了也相当于你赢了，对不对？过。不是，那我搁那儿表演才艺呢，我寻思我这个最后一把了，是不是欢送一下大家，那结果真把刘大哥给送走了。我前几天是跟谁结拜谁死，今天晚上我直接念走一个，这玩意儿跟念木乃伊似的，太恐怖了。我过了，我肯定投玉宅隐，太恐怖了。他是那种划拉一下就走的那种，特别果断。OK， 嫌疑人这局依然是一个边角料的小角色啊。我这把的任务呢，就是立志将所有任务都给他做完，然后我们可以拿下比赛的胜利。过了。确实啊，我看到这个警长双死。然后我开局是我就很害怕嘛，因为鬼皮小孩说要砍我，我就一直想找人然后让人保护我，所以当我看到警长双死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不是叫什么尹哥其实他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是我能认啊，一方面是他帮我把这个隔壁小孩给砍了，再一个我觉得因为他上把这么威胁我们两个，所以我要是一个好人带刀正义警长啥的我也砍他，对吧？尤其我要是这个正义使者，但我不知道刺客也还没狙他，如果我要正义使者我可能也去砍隔壁小孩，我也死不了，所以我可能弃票了。过了。听到发言之后，要么就是别和小孩他俩是双狼，要么就是玉宅隐史黛芬是双狼。我原本还有点模糊，在听完史黛芬的发言过后，我要毅然决然的投这个玉宅隐。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们，我觉得他走的时候太果断了，我要同意赶紧过。哎，是你不懂我们这些江湖恩怨呀、啊！弃票，中立。啊！对你刀了我两把，你太不懂了。中立级以上。哎，又少一个客户。狼要冲票了。哦，完了呀！四票。什么意思啊，我弃票了。哎，四票是不是正好四个坏蛋啊？那咋办，狼能让我吃吗？差两口了。这个小刀。哎 OK， 小刀来炫。谢谢，还差一口啊，他应该知道。苦狼。嗯。不行，他应该知道，我就差一口。
哎，这是在勾引我吧？估计是没有时间吃这一口了。哎呀！史戴芬，你好不了一点儿。这个鸡腿我一直没拍，我就等你来的那一秒，我拍了。史戴芬，气死你！我气死你！史戴芬是秃鹫，只苦是狼，只苦当着我面刀了小悉尼。我没有跑，是因为我知道他刀还没 CD 完，然后他跟我说史戴芬是秃鹫，再吃一口他就赢了。哎呦，我说行，他叫我拍，我说我等史戴芬来的时候再拍，然后史戴芬一来我直接一拍，他在那儿狂吼，烦死了，裂了他，他裂开了，让他现场裂开过。没事，史戴芬，咱们一手弃票，一会儿你再去吃个有泡啊，希望还能再有一个人弃个票。哎，有人掉线了，那他肯定会有弃票。那有炮，你准备被炫吗？有炮。Blue Dog。为什么没有讨论鸭王是怎么没的？他每天改论文已经那么辛苦了，鸭王咋没了？还有个带刀好 啊，不是，还有逆徒跟他说，我这个命题写歪了，要不我把题目改了吧，老师，直接要推翻学校的教务网啊！是谁呀？这么没有素质，我一定要找到你过。这票我弃了。点菜这个有炮干就完了，过。我投只苦一票。你投，你投，陪陪你就投啊！你一天你正事不干，你就在这投我。哼！你就看你吃不吃得到我，史戴芬。完了，你就跟我站一起，你也要过来刀我，你就看你吃不吃得到我这一口。咱俩摸一块吧，你是坏坏，你是坏坏。都不用玩了。哎。太难了，他会先刀我吧？过来，别看我，该有炮。史戴芬，你也吃的差不多了，史戴芬。那我不能让你看。你差不多，你吃的，你和我刘哥聊会儿天，他等你呢，他等你呢，史戴芬。哎，这么远的刀。来啦，来啦，这么远的刀吗？气死我了！来了，史戴芬，就差一口啊，烦死了！这油炮，把这油炮，油炮是加拿大呀，真吃不着，还真吃不着。行行，这把不算，只有等那个谁刀提壶了，饭吃了，靠着专业混到饭吃了。狼呢？那个谁？哦，狼被吃了呀！专业混到饭吃了，老师，你看得见我吗？你在天之灵看得到我吗？不去刀鹈鹕，刀我秃鹫啊！那他怎么在下水道跟我说话呢？石苦哥哥，帮我放一个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不可能，加拿大，我是看你了，我是不是？我鹈鹕早吃你，我赢了呀！除了秃，他是秃鹫，他过来找着味道来。只苦是面刀，只苦是面刀。谁是鹈鹕啊？什么时候回国啊？哎，让鹈鹕赢了。你学生又在唱歌了，刚才。哦，蓝狗是鹈鹕，那你怎么在？最后一把，最后一把啊，最后一把。什么玩意儿？没有最后一把。这把结束是我一个人睡觉，你们所有人都醒着。刚才就是最后一把。啊！你哥，你先下去吧。一哥，求你了。最后一把，先把隔壁小孩砍了。真是隔壁小孩砍了。被他们双刀，还被他们大小脑。直接开！我那个朋友他哎，能把就一石就给出了。为什么你们要把一？得躲着点加拿大呀，躲着点加拿大。哎，
没了，看错了。怎么说呢？哎呀，这是谁说的？应该会再来一把了。我觉得应该是会再来一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当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难受的。就我觉得这个体验太差了，不行，我要再来一把。我就想把隔壁小孩给刀了，这样我们可以再来一把。但是这样的念头，我觉得不对。我当时正在天人交战，这个时候玉宅影来了。影哥跟我说，他说鸭王，你有没有刀？我给你两包我的锅巴，你去把隔壁小孩给刀了。影哥的锅巴那么好吃，我怎么受得了这种诱惑呀？我立马就直接上去把隔壁小孩给刀了。不，那老师你为什么要拍呀？影哥的锅巴那么好吃，我直接侮辱隔壁小孩一波，我把他当成锅巴吃掉，然后再让尹哥多给我加两包锅巴，我们一起五五分赃啊！你现在还可以五那个分成过啊？什么意思？他说他是秃鹫吗？不管怎么样，刀的好，不管你是好人还是狼，好吧，我为你弃一手票过了。这个元素算是集齐了，刘大哥的两大元素啊，刀、玉宅影和自己活到最后。全都没有完成。谢谢云朵飞上天。行，没问题。过。小婷芝啊，我俩一直碰面，碰面的次数有点过于频繁，所以咱们俩是互相自证啊，但这把没什么好说的。好，过了。我猜海哥等会又说这把不算。海哥。亚王是什么刀啊？我有点不敢信，好吧，我过了。信什么信？他说自己是什么刀了吗？管他是什么刀，投出去呀、啊！太过分了，你们我都看不下去了。隔壁小孩现在可能把他直播间都砸烂了，我觉得。光投一个鸭王我都不解气，我真想把影哥跟鸭王一起投出去。我先投个鸭王，过了。你点的是跳过吧 ？OK， 可以先票鸭王，好人先别分票。然后我觉得那个吹鸭也不太好，他试图勾引我，把我往那个死角里面带，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一个坏坏。然后蓝狗顺着鸭王踩小孩的，史莱芬还主张一手弃票，这几个人都不好，咱们顺出，好吧？先把鸭王无所谓，没有加拿大了，我无敌了，好吧？别分票啊，好人别分票，过了。西门，你挺大岁数了，你把96年的引有炮，你往角落里引。西门，你等着一会儿下一把，一会儿直接咱们下一轮出局啊！你看我砍不砍你就完事儿了。西门，投鸭王，兄弟们，我兄弟们，听我一言，我一直跟在江户川鸭王后边呢，我能证明他是个好刀，因为我是个殡仪员，隔壁小孩是个派对，不是加拿大吗？鸭王砍对了，你验挺快呀。真的，我验了。我给自己上一票。等一下，直苦，我是95的，我不是85的，什么叫多大年纪啊？干他就完了。那九炮也是96的。九炮是谁？直苦他勾引我。95。哎，怎么还有人投我呀？谁投的？没素质。哎。哎啊！哎啊！有炮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平票那个叫什么？政治家。啊，不对，狼投的我，那个叫什么来着？哎，那个投票会怎么的？狼叫什么？告密者是吧？谁是告密者啊？放我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关心。放我出来！啊！谁把蓝狗给刀了啊？关灯黑灯瞎火的，是有炮在我旁边，他还问我是不是好人。那旁边还有谁啊？让我想想，哦、旁边是鸭王，给我打飞这个鸭王！你怎么又开一刀啊？还是我看错了？有炮，你说一下吧，可能我看错了。有炮说一下，有炮是这个高逼者吧？不是，鸭王都认狼了，这把能不能先出鸭王？
五票弃票，我想想啊，两个狼，一个鹈鹕，加一个鸽子，加一个秃鹫啊，那不是他不是铁狼吗？那他当不了带刀好人，投鸭王。先把鸭王投了再说。不，行，可以投鸭王。当时是鸭王在，你记不记得一只蓝狗还在问鸭王怎么不见了？鸭王怎么不见了？然后一只蓝狗就爆开了。但是我记得。关灯了之后咱俩没有视角，然后我在那左右左晃的时候好像有看到另外一只鸭子，不知道是不是培培，是一个浅色的，但是真看不到，真没注意到，因为一晃没有视角。好吧，怎么西门吹鸭怎么还活着啊？直哭啊，什么情况啊？啊，我过了。直哭这盘是电工，全程修灯过了，谁也没看见。嗯，这把我没有验着身份，这把我没有验着身份。但是，非说鸭王是狼的话，因为我不知道鸭王什么身份。但是我确实验的隔壁小孩是派对，那鸭王太爱了呀！鸭王竟然为了我把他自己狼队友都给刀了，我天哪！那我为了你，我点一手弃票了，我过了，我过了。鸭王发言，鸭王没有认狼，鸭王是真的带刀好。但是我刚刚确实给自己上了一票，因为我想看看隔壁小孩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也不相信尹哥的这个验尸的手术刀，但是就在我给自己上票的话，我身上只有三票，那么多人都弃票了，好人陪陪，你的票往哪挂了？有胖的票往哪挂了？大家都说啊，我们啊和史黛芬是好朋友，但是当史黛芬身陷囹圄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跨越山河大海去看望他。你说鸭王去哪了？鸭王去看望史黛芬了呀，鸭王出不了这个道，因为史黛芬可以做这个证。所以小灵芝，有没有可能你看到的那个是另外一个黑色的西门吹鸭，也有可能是有炮当你面刀了，因为有炮把史黛芬搞进去的。过。确实，因为我没听到你抱尸体的位置，然后是黑灯之后，那个监狱门一直不开，然后鸭王过来探监了，我也出不去，我就在那儿等着。然后我回想了一下，那培培说上一轮五个弃票，那肯定有一个狼没弃票啊，因为那个是告密者，他把票点到我身上了，然后刚才上一轮。踩我的只有有炮，所以我只能合理怀疑有炮会不会是那个告密者，对吧？而且那五个弃票有一个狼还没弃票，那是不是有可能好人他确实觉得鸭王是带刀好所以弃票呢？所以你那个逻辑也说不通。因为我确实我不知道一只蓝狗在哪儿死掉的，然后鸭王最后还跟我聊了大概五秒。首先他跟我肯定不是共编的，就你们不要把我们俩打成双狼，对吧？我一直在监狱里面，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看我，我也觉得也有可能他是狼来刀我，但是他跟我确实待了有大概五秒左右，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去刀这个蓝狗，所以你们自己判断，我不知道。过。小兔子这个发言还是挺正的，但是听我没有看到过，我都不知道尸体在哪儿。我出生是在跟那个裴姐在一起，然后她边说话边往边那个边走了，就然后就没看到她了，然后我就开始往那个反应堆那边走，然后就天黑了，然后躲在一个角落里。谢谢坠落大西洋，谢谢 KK 宝刀，谢谢九月，谢谢家人没看到我尸体，不知道在哪儿。然后鸭王和 Steven 这个到底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中立和狼人结盟，也有可能什么其他的，但是目前我听不出来。要不直苦你送鸭王一首歌让他走吧。啊，我过了，我这边没多余的信息，因为我觉得那个小灵芝，我跟那个鸭王的名字差了几个字啊，差了七个字，还两个圈，对吧？还两个圈，根本不可能认错。我而且我没有穿衣服，就穿了个浴巾，他穿个小粉蝴蝶啊，不可能认错啊。啊，过了，不知道啊，我也没有信息，全程都没碰到人，然后就哭哭就往这送，把我往这送。确实我听了一下发言之后感觉大家都说要出鸭王，我这个人就喜欢随大流，但是我出谁我也出鸭王。过。不像好人。谁都坏哭哭点史黛芬啊。又给我扔进来了啊。是谁呀、啊？有炮，有炮必是狼，有炮必是狼，别砍我呀！求求了，我刚刚过来探监，求求了，别砍我呀！你真的不是狼吗？
我真的不是狼，我刚刚过来探监，现在陪你坐牢，你还怀疑我？那隔壁小孩是咋死的？他就是我刀的。哦，他妈的又没电了。谁在外面？谁在外面？谁在外面？哎！你妈变态！啊！亏贼了！啊！他妈又是冲进来杀我！这一把太亏贼了，太精彩了！这个剧本我编都编不出来，这个剧本太搞笑了。这个剧本是这样子的：西门吹呀，史黛芬。坐牢，我去探监，我们两个隔着一道铁栅栏就这样开会了。这一把我陪史黛芬一起坐牢，史黛芬坐在牢，终于是把警长给刀了。我坐在牢的右边，史黛芬一直说你不要过来，鸭王你不要过来，你不会过来刀我的吧。这个时候天就黑了，史黛芬突然一口把我吃进了肚子里，当时我万念我没动啊，你自己过来的。喂了狗，这个时候我那是防身鸭从地下道走过来劫狱了，他直接把史黛芬手起刀落，没看到我他就跑了。然后我起身拍了史黛芬的尸体，报了这个警，见到了大家，太亏贼了。也来自于这个熊，亏贼过。有没有史黛芬？我是来帮史黛芬砍鸭王的，谁能想到我在出刀的那一瞬间，哎呀点错了，我不要点了，谁要进监狱了。我帮史黛芬，我想帮那个史黛芬砍掉鸭王，但是史黛芬用身体护住了鸭王，把鸭王吞进了肚子里。我这把没想看史黛芬，我只想把他送进监狱。这把谁给我送进监狱我也不知道。全体中立给我气一艘皮啊，我的妈，我把大家把那个提壶装进监狱了还不好啊。吼死西门吹呀。直苦怎么死了呀？直苦杀刀的呀？谁是西门吹呀？你看小啥了？小西尼，小西尼跟小林小西有一个。小西尼跟小林有一个。小林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小林跟小林在一起的，我连人都没有碰到过，我的天哪，那都是啥？我也没，他为啥偷我？你为啥偷我？我又没吃人。我想逗你玩，然后我想帮你把鸭王刀掉，让你开。烦死了！你把它吃了。我们不是我黑灯，然后我怕他是狼，我就一直点着空格，他自己走过来的。然后真的太亏贼了。第一把认狼的人到现在都没被票出去。我一出来就是。哎。哼，傻了吧？就在那个灯具那个地方，我正要去修灯呢，然后结果我就看到油炮倒在那个地方了，就很离谱，但是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就我中途全程都没有碰到过人，然后我就去那个灯具那个地方，然后我就看到他了，很难过，过了。啊，我是鸽子呀。引歌攻城，陪陪复仇，鸭王警长过了。你怎么知道我复仇？我跟谁都没说过我身份。投小西尼最后一狼，投小西尼，他砍到了加拿大，投小西尼，他砍到了加拿大。你怎么知道我复仇？我就很困惑，我一个人都没说，我过了。刘大哥不玩了啊！他追的谁呀？你崩的谁呀？今天气死我了！这高密者太欠了，高密者太欠了。我加拿大呢，我就不该懂刀。刘大哥对不起，刘大哥对不起，刘大哥没事没事没事。刘大哥，但是这个高密好好玩，刘大哥不送监狱。拜拜。明天搞。拜拜。如果没有刘大哥这把的牺牲，就没有这么亏贼的综艺效果。太气人了，连投两次我。
我还以为他是来救他狼队友的。离谱离谱。明天见吧。吞了两局牢呀，难受。谢谢青豆豆的火飞飞。这是一个由生日抽奖 APP 中奖率玄学重出江湖而引发的逝去的记忆爷青回环节。豆飞 CP 特来庆祝掏心窝子婚介所重新开张。啊，什么意思？哦，啊，所以是你们俩办婚礼了。谢谢秦猪猪的歪友友歪猪 CP。 天哪，干啥呢今天？谢谢汤猪猪的歪头头歪汤 CP， 又是谁啊？谢谢今天也要努力上班嘛。谢谢水北北的早妹妹水早 CP。 谢谢早妹妹的水北北，开始整活了又。谢谢今天也要努力上班嘛。谢谢时光荏苒与你有关。谢谢郭露露的锦娥娥锦露 CP。 CP 挺多呀你们。谢谢菜狗狗的迷萨萨迷菜 CP， 你们的名字也挺好听。谢谢迷萨萨的菜狗狗 迷菜 CP。 谢谢迷路的蒙古火箭，谢谢外八部，谢谢谢谢歪友友的秦猪猪。啊，秦猪猪是秦王绕柱的猪猪是吗？歪猪 CP。 谢谢火飞飞的青豆豆，谢谢豆飞，都挺草率你的名字 CP 名字。谢谢 Winge 小小，谢谢火飞飞的青豆豆的转运锦鲤，谢谢我家兔宝叫周六的为你加冕，谢谢元气气的平安元气平安 CP。 一个人偷偷来的，好，谢谢谢谢风雨，谢谢小白的小弟弟，谢谢丛林中的小兔子，谢谢爷青回版菠萝糖罐罐的告白气球，谢谢围观祝福群众条条子的告白气球，谢谢词，谢谢时光荏苒与你有关，谢谢方什么莫明明，谢谢起司小易生日快乐，谢谢依儿，谢谢果味之北针。好，可以掏心窝子婚介所，祝大家百年好合。谢谢躲在厨房数果果，面试顺利，面试顺利。恋综现场，谢谢青豆豆的火飞飞，基本上是50万粉丝福利策划组的这50万粉丝福利，那就什么时候的？可以可以，古早古早阵容，欢迎欢迎，感谢。对，祝各位 CP 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谢谢白鹿生生，谢谢火飞飞的青豆豆，谢谢韬光孕育小流苏，谢谢 Roy 八八一十六，谢谢哈如友，谢谢时光荏苒与你有关，谢谢易浅录取了，恭喜恭喜，谢谢爷青回版菠萝糖罐罐，谢谢小圆圆爱奶油色，谢谢歪悠悠的秦猪猪。上一次这波人一起出现是前年，哎呀，时间走得好快。谢谢郭露露的锦娥娥。哦哦，你是一个人啊？哦呵呵，哦，对对对对对。哎呀，怎么还有这个混水摸鱼的啊？我都没反应过来，郭露露。这个不是
不是一个真人。谢谢迎爷青回版菠萝糖罐罐，你的 CP 是谁？谢谢围观群众爱兮兮，谢谢南南波波万，生日快乐，康康生日快乐，谢谢脆皮汤多多，谢谢原来喜欢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正义圆圆，谢谢围观祝福群众泥泥酱。就把露露给这么嫁出去了。嗯，谢谢 XY 代代，谢谢爷青回版子一，谢谢爷青回版菠萝糖罐罐 ，CP 是菠萝糖和罐罐，这是三个人吗？谢谢 Reading Reading， 露姐跑出去了，刚才我出去她就跑出去了。谢谢脆皮汤多多，罐罐是海王。谢谢墨字的舰长。头像还都一样，就是。他们头像是啥？正义兔子，一个黑的，一个黑的正义兔子和一个白的正义兔子。谢谢爷青回版菠萝糖罐罐，还有两个 CP， 还有一个男友。谢谢脆皮汤多多，谢谢汤猪猪的歪头头。哦，他这个也是浑水摸鱼的，没看清楚，嘿嘿。谢谢小浣熊呀，谢谢围观的单身小碗。围观都市复古爱情大剧，谢谢小白的小 TT， 明天估计也是八点吧。谢谢歪悠悠的秦猪猪，拖把把的爱西西，谢谢拖把把的爱西西，混水摸浪，送你了，送你了，不要了，都不要了。谢谢迷萨萨的菜狗狗。什么叫连小拖把都有人惦记了？很意外吗？很抢手的啊，奶酪出去出门玩的时候，院里的那些什么院里的那些就是爷爷奶奶可喜欢他了，别的小狗狗也喜欢他。谢谢奶酪酪的子一，哎，看是吧？这个很抢手的。谢谢星星涛妹，谢谢爷青回版菠萝糖罐罐。就是那种大型犬也喜欢的，我都害怕。他老找人家玩被踩着。谢谢歪悠悠的群猪猪。不是我说爷爷奶奶是因为他们经常遛狗嘛，年轻人也喜欢。谢谢涛涛 Stacy， 谢谢郭露露的锦鹅鹅。只有你三年的露露依旧这么专一，什么意思？你在说其他人不专一吗？你们可以聊一聊。小区顶流奶酪。
谢谢拿到的子一，你们决斗吧。谢谢小圆圆爱奶油色。谢谢瑞宁宁，你也喜欢露露，但希望露露得到幸福。可以，你还挺克制。谢谢时光荏苒与你有关。谢谢七鱼鱼鱼。拔刀吧，为了你们的爱情。战斗吧，开完这个掏心窝子婚介所，下面准备开一个搏击俱乐部，欢迎大家入会。谢谢滔滔波浪线粉蓝冰凝，谢谢百年好喝，谢谢南北上剑素，谢谢歪悠悠的秦猪猪。谢谢爷青回版菠萝糖罐罐，那必须有球兵，还想开什么？谢谢梦中浪花落星河，比武招亲。开完搏击俱乐部就可以再开一个诊所了。嗯，产业链，一条龙服务。嗯吧，明天见了，拜拜。谢谢小丽同学要早睡。一条龙服务，我叫一条龙，拜拜。明天见，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